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3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1时51分，下午20:30至4时50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21人。列席官员、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等28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委员陈清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立法院相关法规修正废止案，共81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0人提出质询，委员刘世芳、张宏禄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讨论事项第11案至第16案、第24案至第28案、第42案至第48案、第51案、第53案、第57案至第59案、第67案至第72案、第76案至第81案。报告及询答完毕。第28案、第49案至第81案之提案条文均已宣读完毕。二、民进党党团委员陈廷飞等21人，委员赖月荣等17人，委员林俊宪等21人，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李坤哲等17人，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徐国勇等23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等9案，进行逐条审查。第3条修正为：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不得担任政党职务，应本公平中立原则行使职权，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3、各案除第3条外，其余条文均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条及第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与委员徐国勇等22人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进行逐条审查。第1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本条表决结果，在场出席7人，赞成者4人，反对者3人，赞成者多数通过。第1条之1，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除报到、宣斗点、宣誓等文字修正为报到、顿点、宣誓外，于照案通过。以上2案均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4、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我们等一下等在场人数够了再来确认啊。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司法院林锦芳秘书长，欢迎。刑事厅蔡彩珍厅长。法务部检察司林邦良司长，法务部主任检察官张慧金主任检察官，调查局建事科学处胡长恩处长，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纪明谋副局长，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肖飞全副处长，法务事务司法律服务处齐成。郡军法官，卫福部医事司商东福副司长。好，我们现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要审查，今天是审查本院委员顾立雄等24人拟具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案。现在我们请提案人顾立雄委员来进行提案说明，时间8分钟。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在座的各位行政机关的代表啊 ，DNA 哈，
一般大家都称是这个上帝，摆在人类身体里面的密码。那我们在发现 DNA 之后，似乎一直相信，我们就找到了上帝身体中的密码。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 DNA 的鉴定的技术，是否有100%的把握，仍然是值得存疑的。在1992年，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开始使用了 DNA 的鉴定技术，当下我们都认为 DNA 的鉴定是无可置疑、不能推翻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陈龙奇那个案子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实，就是只不过是短短的2010年到2013年这样子的短短三年之中，因为 DNA 鉴定技术的进步，就造就了一个冤案，差点无法获得一个救济，沉冤无法昭雪。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鉴定技术只能鉴定到17组，到了2013的9月，我们用了最新的23组的 Y 染色体鉴定之后，才确定了排除陈龙奇涉案的可能性。但在当时，即使是以17组的一个鉴定方式，它的鉴定结果也只是获知一个不能排除，它并不是明确的去认定陈龙奇的 DNA 有在他所留存的这个简体之内。但陈龙奇那个案子的再审，事实上是来自于法官他的一片善意，从要件上显示，事实上是不符合当时再审的一个要件。严格来讲，因为在法官没有嘱托鉴定之前，就再审的要件，所谓的确实的新事实或新证据，在嘱托鉴定的当下，事实上是没有存在的。之后到了2015年，再有一个吕建明案，吕建明的这个案子是由检察官主动依职权调取了检体之后呢，进行了以最新的技术来进行鉴定之后，从原先没有办法鉴出型别的检体，再鉴出16组的型别，那做出比对，排除了吕建明之后，再由检察官申请再审，而获判无罪。那所以这两起的案子都告诉我们 ，DNA 的鉴定技术因为时间的演进，一再的让我们对于这样子放在我们人体里面的这样的上帝的密码，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个把握，然后来避免冤案一再的重演。所以，本案有关刑事案件确定后 DNA 鉴定条例，它的目的是在放宽现在过科的一个再审的要件。它规范的目的是不把它放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跟一般所需要的再审的要件同样的比拟。它的目的没有，无非其他。他就是希望，如果他一直坚信他是冤枉的，他只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只要再做一次就好了。再做一次，如果真的发现他是冤枉的，就真正的启动再审。因此，在这个条例的第二条申请的门槛是放宽了一个合理相信。那么它的效果是在第8条，他认为申请有理由，他就是做一个准许鉴定的裁定。
做一个准许鉴定的裁定而已。准许鉴定的裁定之后，如果认为鉴定的结果是足以排除他涉案的可能，我们才真正启动一个再审的程序。那有人问说，为什么不放在刑事诉讼法里面？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刑事诉讼法再审的规定，即使透过修改之后已经放宽，但实务上对于新事实、新证据的认定，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不管是同侪的心理，不管是案件复核的心态，不管是对已经确定案件不愿意轻易破坏法律的安定等等等等的理由，事实上对于所谓的新事实、新证据，仍然采取了非常严苛的一个认定，因此不轻易的启动再审。这个从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因此放在一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不管你文字如何叙述，都无法来彰显 DNA 鉴定，来让冤枉的人得到昭雪，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规范意义的不同。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只适用于 DNA 的鉴定，不适用于其他的鉴定？各位，我们的鉴定方式很多很多，工程鉴定、会计鉴定、专利鉴定、枪弹鉴定、消防鉴定，甚至现场重建方式的鉴定、唯物基证方式的鉴定，甚至最不具有科学足以重复的验证的测谎的鉴定，这些等等等等，如果我们把它全部都摆进来，我们认为它跟 DNA 的鉴定的一种所谓我们到现在为止认为具有一个可以验证、重复验证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鉴定，毕竟还是不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将这些所有可能的鉴定一一的都放在里面，把它一律的放宽。我相信如果把它放在这样子的条例一律的放宽，那遭受到的阻碍一定会更大，相关的主管机关也一定不会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只拿出 DNA 这个所谓的上帝的密码来作为一个放宽，让他可以重新进行鉴定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一个试金石，或者是说以他的鉴定的一种精确度作为一个门槛，然后希望可以得到行政院行政院法务部或者是司法院的一个接受。那这相关的比较立法例，在美国很多的州都已经有实施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立法的一个方式，来去区隔跟其他案件的不同。所以 DNA 鉴定的制度的建立，只是在于定验之后，当有新的 DNA 鉴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现，那么受判决的人或者受判决的人家属，在他们坚信他们没有做的情况之下，那么给他一个再次申请平反的一个机会，那么做一次再做一次的鉴定，类似相关的案件所造成法院的负荷应该也不会是很大。而陈龙奇的案子刚刚已经讲过，是基于法院的善意，法院如果不启动，事实上严格来讲没有违反再审的要件，因为我们在申请的当下还没有拿到新证据，简体都放在相关的这个警察机关或者相关的这个鉴识机构的手上。而吕介敏的案子，检察官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去发动，可以去做，但我们对检察官没有申请权，所以检察官要不要做，完全是凭他的一己的决定，我们没有申请权。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重要的精神，就是在赋予受判决人及其家属有一个申请权，有一个申请重新鉴定的机会，
有一个让他是不是试试看说他真的是不是被受到冤枉，如果这个判决是以 DNA 的鉴定作为唯一的判断的依据，作为唯一的证据的时候，那么恳请法官再重新鉴定，给他一个申请救济的一个机会而已。我想这整个条例的精神是在这里，那也希望得到司法院跟法务部的支持，那也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支持，让这个条例能够尽速过关。谢谢。好，谢谢顾委员的说明啊。我们现在确定议事录啊，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上次会议议事录。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请司法院林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安。那今天委员会审查的是这个顾委员刚才说明的刑事案件确定后DNA 鉴定条例草案。那这个草案的提出啊，增订啊有罪判决确定后向法院申请啊这个 DNA 鉴定的制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利益良善的制度哈、提出这样的一个草案，我们也表示敬佩之意啊。但是有几点也请委员们来斟酌。第一个就是检察官基于客观性的义务哦，就案件确定后保管的全栏卷证，可以整体评估有没有去有没有进行这个 DNA 鉴定的必要。而且这个 DNA 鉴定啊，是属于收集证据的范畴啊。那是不是增订有罪判决确定后，向法院来申请啊？这个 DNA 鉴定的制度啊，这一部分是值得斟酌的。从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来说呢，刑事诉讼法规定啊，检察官就是实施刑事诉讼的公务人员，就包括检察官，就这个案件呢、应于被告有利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啊。那检察官的就依照这样的一个规定，他具有一个客观性的义务，应善尽协助法院发现真实，并且实现追求啊具体公平正义的职责。那么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确定以后，也裁判是由检察官去指挥执行。当检察官检视所保管的全部的卷证，并为整体评估以后，如果认为说以最新的鉴定技术进行 DNA 鉴定，结果呢可能显示被定罪的被告并非真正的行为人时，是应哈进行来鉴定，来落实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刚才顾委员也提到，在美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哈，也就是美国非常著名的非营利组织无辜计划 （Innocent Project）。那借由DNA 证据哈，为无辜的被告推翻原有确定的判决，它是并促使各州的检察机关为了实践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内部成立一个叫做定罪完善小组，也就是 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 负责针对确定案件妥适性来进行调查，决定是不是准许进行这个 DNA 鉴定的申请。那这个就是一个检察官实践他客观性义务的一个事例。那我国的最高法院检察署也在今年的四月拟定了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设置的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委员会，并且明定检察官处理这个争议案件非常上诉跟再审的一个程序。这个也是我国在刑事诉讼法方面来落实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一个例子哈。那从这个是从检方的义务而来讲的。那至于从法院这边呢，我们目前因为我们也从刑事诉讼法从职权主义然后进行到这个改良式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就是往当事人进行这样来迈进啊。法院并没有负责收集证据的这个义务啊。那关于有罪判决确定后的这个 DNA 的鉴定，目的是作为申请再审之新事实或新证据，这个是属于收集证据的范围啊，是检察官的职责哈、不宜由法院来做，以符合这个公平法院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基于从
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跟法院没有收集证据的义务，这两点来看的话，增订有罪判决后的 DNA 鉴定制度，是不是向法院来申请，那仍有在斟酌的一个必要。那在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跟它的实务，及现在由大院在审议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那个已经有使受判决人有申请DNA 鉴定的机会，那有没有另外再增订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例的一个必要哈？那也敬请再行斟酌哈。那这个是法制的修改。那另外从外国的立法例这边来讲哈，我们的法制一向参考这个德国跟日本还蛮多的哈。那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跟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都规范再审的程序，但是这两国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有罪判决确定以后向法院申请DNA 鉴定的规定，也没有另立特别法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这个是外国立法例可以参考的。那至于委员所提的这个草案里面有关于草案的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那也有一些我本院认为有一些还值得检讨的一个地方哈。那也请各位委员来参酌书面的资料。以上报告。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好，我们现在其他单位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请各位在询答的时候，如果要这个询问各单位，再请他们上来。好，我们现在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均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主席林秘书长，还有与会所有列席的官员哈，是不是请那个林秘书长？是还有林秘书长？我们请秘书长，谢谢。林委员早安，秘书长早。秘书长，我请教你哈，因为去年12月哈，那个没有，去年这个高院裁定这个吕建明啊，这个案哈开始再审，而且停止他的执行，让这个杀人罪遭判刑确定的吕建明哈，在服刑4年以后哈，那结果获释，那经过7个月再审审理，那去年12月30日，台湾高等法院宣判。李建明无罪，那请问这个案件是不是这个再次又让这个 DNA 的这个鉴定在这个冤案平反上建立它的重要性？是啊，因为其实不止这个案子哈，在实务上面也有看见过哈，曾经因为 DNA 的技术的更新啊，重启鉴定的 DNA 鉴定的程序，而完全事实认定是相反的哈，也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哈。那你认为出现冤案的这个问题，它的症结点到底是在侦查的能力，或者是在技巧上，还是这个？刑事侦查人员的这个整个心态上的一个问题，依您看，像刚才委员这个指教的这个那个吕先生的案件的话，那这是纯粹是 DNA 鉴定的技术的日新月异哈进步哈所致。那当然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啊，这个犯罪侦查的同仁嘛哈，应该善尽哈收集证据的这个职责。那确实，他是过去的。这个鉴定跟这个现在可能技术比较好，鉴定当然有一定的这个落差差异，才会造成这种状况。那本席请教哈，在88年元月14日啊，其实立法院已经制定去氧核糖这个核酸采样的这个条例，就可以证明10多年来各界对 DNA 这个鉴定就已经非常重视。那请问，为什么这10多年来，这个先前将 DNA 立法采样，冤案还是这样持续的一个发生？
这个是不是我们国内的 DNA 鉴定的技术先前是很落后的？这也不是这样讲哈，这个采样鉴定条例哈，它有规范一些储存啊、保管啊，这些的那个规则哈。但是因为 DNA 技术本身哈日新月异哈，就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很多IC 产品一样，日新月异，那总是进步中再进步哈。所以这一个虽然有这个采样的条例，但是跟那个技术本身的那个进步哦，我想是两回事情啊。过去可能这个那时候机器那个它的里面科学鉴定等等啊，是不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先进哦？那后续可能就像那个秘书长你讲的，这些三 C 产品就越来越好，所以说更精准，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就是技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哈，而进步哈，而更新哈。这个本席要再请教，是不是这个 DNA 这个鉴定有没有人才不足的这种状况？这一部分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不是司法院，不是这一部分的主管机关。我认为这个还是你们要去特别的要求哦，那不要再造成很多这个冤狱啊，那。或者是这个刑事侦查的经验和科学鉴定，这个没有这个同步的成长，才会造成这种状况。会不会这种状况？大家要努力啦。那个秘书长，因为哈、哦，今天要审查的这个法律草案哈、哦，是针对这个判决确定后 DNA 鉴定这个平缓冤案，但是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这个历经侦查。审判阶段，对 DNA 鉴定的这个刑侦程序上的应用，你认为，这个审检阶段是不是有瑕疵，所以说才会，造成这个冤案的产生，会不会这种状况？你就 DNA 的鉴定啊，也不是审检人员的一个疏失啊，因为他技术上面就是在他侦查审判的那个阶段，他的技术也许只有那样。那要确定以后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哦，科技进步又更提升的，所以说因为是技术提升，所以说才可以说更精确的来认定说他到底是不是透过 DNA 鉴定，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来了解这个里面的整个犯案的状况，到底是不是他是当事人，或者是这个等于是说他这个不必去遭受到这个有的变成冤狱等等这种状况。对啊，就是在因为经由那个采样啊，因为在犯罪侦查的时候有采样，有个血液的鉴定啊，毛发啊那些采样那个是。那个东西可以来鉴定有没有是不是被告的涉案或是真正的行为人是谁哈、哦？这个是这一方面是 DNA 是有办法哈、哦，做到这一点的哈、哦。那个秘书长，是因为哈、哦、这个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不自证己罪无罪推定原则，但是相较刑事冤案能持续存在的情形来看，可以知道说对于。发现真实保障人权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制度理想是真的还有一段的距离的。那请问判决确定前的发现事实是不是比判决确定后的这个救济还是更有说服力？其实我认为就是刑事案件哈、哦。收集证据、犯罪的侦查，在案件案发的时候就应该要做得很彻底，否则随着时间的经过、哦、那些物证、哦、都会灭失掉。要事后要再去收集证据是很困难的、哦、所以采证方面、哦、在收集证据上面，那个犯罪的侦查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一环。秘书长，因为如果能够得到更精确的这个 DNA 鉴定报告，是不是就能够阻止更多冤案的发生？你认为呢？是啊，是这个、如果精确的 DNA 鉴定对于采样的鉴定哈、哦，能够确实知道到底被告这个有没有涉案，或是真正行为人是谁哦，对于案情的厘清哦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国家冤狱赔偿啊。哦，你像这个吕建明。判定他确实是无罪的话，那这个也是应该要有一些冤狱的赔偿啊，因为他起码
在里面服刑四年，哈、哦、啊获释，啊这个里面也是煎熬，而且这个国家也要有一定的责任来赔偿，这个是我认为 DNA 鉴定的重要。是啊，哦，那个秘书长，是因为媒体报道哈、哦，这个马上上任的蔡英文总统征询前华务部长施茂麟来担任司法院长的意愿，啊、哦，那你认为施茂麟认同这个司法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改革司法，将以柔性司法的观念来执行蔡总统的这个司改政策？那请问目前司法院及所辖属的机关对于这个准总统蔡英文所谓的这个顾客导向司法消费者的想法，是不是有深入的了解？不是很清楚蔡总统的哈，就司改方面的想法哈，因为他在这一方面发表的言论还不是算很多哈。那这个，请问这个改革保守的司法，是不是就能够拉近判决跟民意相贴近的这个问题？依您看，司法改革是一直都在，从民国大概很早哈，就审检分立以后，其实司法改革是一直在持续的一个进行中。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说司法的这些所有的作为，特别是裁判哈、啊，能够符合哈、啊、一般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一个期待啊。那个秘书长，因为那个施茂麟前部长说，传统司法总是以法官和检察官为核心。哦，那这个与民意相差甚远，就好像是改革医病关系，哦，不应只从医师，而是要从病人的观点来看问题，哦，那司法也是一样，哦，那法官和检察官想法改变，哦，这个司改才能够推动，哦，那请问法官和检察官的这个想法，为什么要改变？依您看，就是一般也就是说，因为司法毕竟哈、哦、是为人民来服务的哈、哦，就是这样。你只有这个你的裁判哈、哦，就我们就法官这边来讲，你的裁判或是检察官这边侦查的作为，能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与认同，那这个司法才有存在的一个价值嘛哈、哦。所以当然就是。也要知道，就是社会上对于社会对于这个司法的期待是什么哈、哦。不过民意本身哈、哦，是我认为是有一点要保留的，就是哈、哦，因为毕竟很多人哈、哦，一般的民众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运作哈、哦，不是很了解，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证据裁判主义，不知道罪疑为轻，不知道委员刚才讲的这个被告无罪证自证己罪的义务，不知道这些法律上面的规定，他们还存在传统的那个包青天的一个观念，认为法院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法院是受到很多这些限制哈，他也不是案发当时也不是在场哈，所以在认定事实上面有时而穷哈，那在法律的适用上面也要受到法律的一个拘束哈，那这些民意就一般民众不见得了解，当然不见了解是容易产生误解的哈。那个秘书长，这个如果法官检察官的想法啊这个改变，那么在检审阶段的律师角色是不是也应该这个？也有改变的必要，依您看。是、啊、因为审检辩哦，人家都说是司法的铁三角哈、哦，有这三方面同步的成长哦，观念的与时俱进哈、哦，这个司法才会进步。那个秘书长，最后一个问题哈、哦，事实上哈、哦，这个举这个医病关系来看司法，看改革保守司法，本席认为是不是很适当哦？但是因为如果以现在改革中的这个医病关系哦。我们看到的是急诊室暴力频传，那看到的是医师的社会地位啊，也是大不如前、哦、那请问在柔性司法，那司法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法官检察官的日子会比现在好过吗？依您看，
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柔性司法在我们司法院目前所推行的司法改革里面，就家事，特别是家事事件这一部分，我们力推的就是一个柔性司法，就是 以这种有别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制度，裁判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主意，来 用各种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的一个纷争，这个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秘书长，因为我最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一般法官检察官他们的案件量多，而且又要加班，剩下的就是因为就是领固定薪水嘛，那你认为改革后的法官检察官就能够摆脱这个不如退下来来当律师赚大钱这种想法吗？依您看。我想这个法官会来从或检察官一样会来进入这个司法这一个行业，他们都有一个崇高的一个理想，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个至于薪水报酬多少，大概是比较次要的，因为那个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无价的，那个东西不是说你担任律师你可以做得到，因为毕竟案件你自己这个法官检察官有主导权，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会给人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这样好，谢谢。好，秘书长请回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柯建铭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列席官员，请司法院秘书长，请林秘书长，不用行礼了，谢谢。用挥手就可以了。柯委员长，我刚才听我们提案委员顾义雄委员所谈的这个 DNA 是上帝埋藏在人类的密码而且殖民人们再审过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整个 DNA 在1953年华盛顿炮口的 Francis 提出来以后，双螺旋剑拿到都没有讲。那整个 DNA 技术一直在改进，那电视上常常大家会看 CSI 那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有像 CSI 这样的设备和环境来做这个鉴定。识别论等这个法，坦白讲就是 DNA 鉴定条例是个人权法案那过去美国有很多很有名的案例嘛，辛普森夫人这个案例也是一样，他采样的程序上发生问题等等李昌钰博士也参与这是全世界瞩目的案子。那 CSI 也在做很多这个国民的教育，大家很疯狂的看，已经演了好几年了所以大家会往这个思维去思考，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顾义雄委员提的这个人权法案值得肯定值得肯定。由于英语赔偿协会他们非常努力在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在去年二月通过的刑诉420再审条例嘛，那再审的问题那420当初的时候，现在大法官吴成怀也一直反对说就放宽，他现在当大法官那刚才我听你所谈的意见我还是打电话怕讲了，每一讲都有意见。我现在请问一个这个主管机关应该谁来？是法务部还是司法院？从检察官客观性义务来看，然后也从法院没有收集证据的义务来看，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设计，它的主管机关是应该是就是法务部这边是检方了。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我看你们两个都要推了。这个第一个主管机关是谁先讲清楚？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的变革这个 DNA 特别条例以后，那当然有整个这个程序但我们刚刚修过了420第一项第六款那个可能就要回归到这个程序上，要排除了那我们这几个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分界点的，也就是说，你讲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这个也有道理，法官不是在收集。穷极可能在收集证据的人，那我们现在当事人进行主义，
也不是过去的殖民主义了哈。这些法理上，那都是当然值得争辩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法，当你这样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当然要分第一个，大家这个法这样是不是够完整？那以后主张这个法，王兆恒啊、李荣根啊等等，哦，王宏毅，很多人对这个法是一直在推。那也有人认为这个哈、哦、要重新再审，然后申请人不证据这样就申请的话，是不是过于胡乱？要不要初步的鉴定？这些当然就影响人民权益非常深远啊。尤其哈、哦，那个我们420通过以后，法官、检察官第一个合作就是的案子就李建明嘛，啊、哦，那我们看到那个陈荣奇为了这个案，为了被恩义，然后逃亡，这个过程实在让人很心酸了、啊。本席绝对站在保护人权和维护正义的立场上，我们希望把法制化弄得很完整。当然，除了你和这个法里面内容、你的意见和看法和提案人相左以外、啊、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就是我们的建制中心的如何建制啊、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一样很重要。你认为这个法主管机关是好不？我因为这个从国外像美国这个例子哈，他也是你认为这个主管机关是好不的话，这个法就重新写的啦。因为整个申请程序就是像法院申请的，他的就是像有像当事人像就是检察官那边就可以重请 DNA 的那个鉴定啊。当然，这是因为检察官只要不做的话，不做永远就没有办法、啊。因为他包括检察官，还有客观义务，他找这个客观义务包括刑诉第二条都写很清楚啊，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要应该对被告有利不利都要去处理吧。处罚不足以自行啊，处罚不足以自行啊。好、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有名的案例的李建明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和，这样的检察官、法官都彻底合作，这是第一个案例啊。美国我们1992年就把 DNA 采样放进刑诉嘛，好、对，美国1992年也刚才也有讲的嘛，用什么 project 嘛，啊、哦，它有300多个案例，这个全世界都要做，但我希望说这个法大家谈清楚怎样，因为现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交集啊，这是我有比较悲观的部分，啊、哦，当然你的挑战哈、哦，当然。我昨天在看的时候，第二条当然是关键嘛，合理相信，用合理相信就可以，那这个合理相信这个很抽象名词啊，好、哦，那里面有这个合理相信，合理相信你的解释应该是怎么样？啊，我就是因为有模糊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合理相信哦，这个是值得要再斟酌的。判决被确定的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冤枉。对，当然其实很多什么听听大家拢，刑官认为拢听阿老伯仔，都合理相信了 啊。这个是不是法律名词啊？啊，是。合理相信。是不是法律名词？不是吧？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这个就是有待大家来集思广益了、哦、合理证据。因为你这合理相信鉴定结果，你每一个人的认定的标准不一致啊，不一样。有像被告，当事人跟法官，法官中间也每一个人标准不同，每个法官都不一样啊。检察官每一个人看法都合理相信是不一样的。对，那这一点我想大家再检讨一下，看怎么样啊、哦？但这个也不是这几个名词的问题啊。这整个制度要改哈，把它变成这样，回到法院去嘛。那这个叫见证婚礼了，是不是这样？将来以后，采样的标准要放在法院上，还是采样的标准？这个在我们另外那个有一个这个嘛，将来放在哪里、啊？这个采样的这个现在说见证都要在检察官刑事局嘛，这个采样的东西这是放在刑事局。判决确定后，所有的见证是不是在？检方嘛，检方和将来这个是不是这个 DNA 的这个 biometric 的这个证基样本啊，然后基样要放在法院，这个依照目前条例的设计是存在刑事警察局，因为它要保存要10年，照这个法要放在哪里？
目前这个条例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啊，哈，好，那申请人当然最主要是申请人资格的问题嘛，以前都要靠检察官嘛，哈，所以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第四条，当然看起来很合理啊。那这个这样的机制这样够不够？啊？只要申请人拿出提出申请哈，不付不理由，这样就可以，这样的是有没有办法处理？嗯。他这个申请只是就是促请这个，对，就现在这个法上面所写第四条、第五条嘛，嗯，让好被判决确定的人，当包括他基本亲属都可以当申请人嘛，因为这个脱离以前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制度啊，嗯，当然因为检察官事实上太难了嘛，嗯，没，因为像第五条这边呢，就是没有第四条、第五条，你一并提出具体的事证啊，就是觉得说只是叙述这个符合要件的具体理由，没有一并规定具体的事证的话，那可能是比较宽呐。第五条提出具体理由，你认为应该具体事证？那这样要有相当的这个可以讨论的、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认为这个可能是还需要再讨论一下。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比较大，就是说，我有刑诉两人权公约啊。啊。我们上个届会很多，哈、哦，很多努力哈、哦，一直还没修完。那协商多次，几乎快要完成了哈、哦。刑诉433哈、哦，163，将来有增定一个哈，规范这些嘛哈、哦。嗯。所以这将来是不是我法律上禁核？嗯。看现在这个条例的修。就这样把这个条例通过，那我们将来再行刑诉上面，因为如果刑诉上面433增订433之一的，依照这个修正的草案哈，433之一的修正草案，是就可以哦，像这个申请的 DNA 的鉴定就可以适用吗？我在这里提出来，这适用范围啦，嗯，哪一种案例可以适用范围？是大小的案都可以适用这个条例？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时效性问题哈。嗯，这些都我认为基本上这个法案是人权法案提出来有它绝对的良好利益哈。那也是希望能够这个让那个维护正义哈，人权的问题都没有错，很好。但是我看你这个太。你们这样往方每一条都有意见的，等一下不知道怎么审，我不知道哈，这可能大家要再谈一下。最后我谈一下，就是建设中心现在是谁的代表？法务部是吧？建设中心。建设处。刑事警察局好。副局长。哎、我先洗干了，我讲条简单问题就好。技术的改进、统一标准、采样等等很多细节都影响到整个这个哈，整个将来的政绩率啊，是不是这样？是。好，那我们国家系统里面有地方警察局有建设中心嘛？是。那刑事警察局也有嘛？哈，刑事警察局是比较范围是比较大一点。刑事警察局是什么？是法医室吗？调查局有建设处，这些整合怎么整合啊？我们刑事局是有建设中心，那 DNA 的著作在生物科。对啊，那现在像新北市、台北市，它的建设中心有通过 ISO 17025吧，其他都没有。这个都很重要啊。然后你一看到 CSI 啊，你就知道，这个我们国家应该是这样才对啊。那你现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一部分是一回事情，将来这个法，哦，照魏雄委员这样通过，是一回事情。后边兄弟啊，是建设中心的问题嘛？啊，你这个先有没有到目前有没有整个法规的法规规范啊？整个建设的法规流程等等有没有很严谨的规范？还有这设备现在不搞了，现在是、啊、整合是怎么样？有通过 ISO， 有没有通过 ISO？ 啊，这个是谁统合？我们是所有建设中心都通过 ISO 认证。我看只有新北市吧，和台北市吧，都有、啊、都有，都有吗？都有。哎，那将来这个整个法规的规范，现在是规范在哪里？整个 SOP 是规范在哪里？
是采样条例还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建树那个这一方面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否则的话，这个法通过照这样的通过，哎、欸、哦，将来你这一步是最重要。好，我想时间到了哈，人家认为今天当然看到这个法案提出来，绝对是啊、哦、人权的法案，但是呢，我看司法院这样的看法，等一下侯部应该没有时间，我请侯部发表一下意见。在这个法这样的程序上面第二条包括那都可以讨论的，合理相信，包括具体证据等等哈，那你的范围这些都应该弄清楚。秘书长，我看你多承担一点吧，啊，干脆司法院来负责当主管机关吧，来通委，笑而不答。好，我认为是应该整个哈，我们现在刑事诉讼的结构。那当然牵涉到结构问题啊、我们不要把法院又变成一个职权进行主义的一个单位了，好、哦，这样就是倒退路了。这帽子，好，几位请回。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赵先生，我想先请那个法务部的司长，还有跟调查局的建事处长。我们请林司长，请调查局虎处长。司长，我在看这个案呢、啊，哈、哦，我们法务部都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或任何的报告，法务部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意见，百分之百认同，百分之百支持，还是不干你的业务？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在这个法条的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其实是写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避免无辜的人受有冤狱，保障人权，维护正义。那另外就是为了维护刑事审判的正确，所以法务部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完全赞同这样一个立法目的，所以我们是尽表同意。所以百分之百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法案的部分，我们但是对不起，就是说有一些程序上面的相关事宜，其实刚刚柯委员其实都已经有提到，那这些问题在这些法条里面实际上是并没有定到的。我们希望说，对于相关的设备，还有说保存的时间的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要一并的加以斟酌？这部分的话，要请如果说将来这个法案，有要继续审查，好，那继续审查的话，恐怕是要一并的来加以处理。谢谢。那你们有意见，然后连书面哈、哦、也报告也没有，然后现在才说啊、哦，有一些东西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哎，现在是内阁总辞之后啊，你现在你们法务部也都在放假就对了。跟委员报告好，到我觉得这样对立法院很不尊重哎、欸，放假放到太过分了吧？是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我们对这个法案的话，刚刚已经报告过，我们尽表同意哈，对这个法案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没有什么叫基本，你还有小意见，就是你本来就要就你的工作，然后要提出你的报告啊，不然我们立法委员在那边审什么？你报告没有，那现在问你就有问题。法务部放假放得太凶了吧？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普处长哈，我们那个 DNA 的鉴定技术啊，我们台湾现在跟全世界的脚步，我们是保持哈跟全世界同步的水准呢，还是有落后？百分之百同步，我们现在可以到几组？我们现在。如果是 Y 染色体的话，应用到27组嘛。那如果是 STR 的基本的话，是15组。那如果有一些个别的实验室，他们还会再增加这个测试的组数。到多少？如果民间甚至可以做到60几组。那如果公务单位的话，包括刑事局、法医所或是本局的话，30以上没有问题。30以上。但是就个案来增加。那警察局呢？有你的了解，他们大概几组？警察局做30组以上能力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嘛，哈。对。那我们现在的采样大概都做到几组？我们采样以国内 DNA 要流通的一个基本是15组，不，对啦，
那我想那个什么啊，我们的副局长，刑事局副局长。哎，副局长，谢谢。我们现在一般案件哈，张委员，我们的采样，我们都大概都做到几组以上？跟一般 STR 我们做到15组了，那外蓝色组也是一样，可以做到27。不，刚刚啊，我们的蒲处长讲了，其实如果有民间单位，也可以做到50-60组以上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要请教的是，我们在办案的程序，我们现在都是做到15组，差不多这样而已。是，为什么？是经费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这样就够了，我们是这样就够了，100%就够了，是，确定，确定，好。如果说这样就够的话，我们全台湾所有的，包括我们调查局、我们警察局，我们的法律部门，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大概都要做到多少以上？并没有说统一做到什么样，但是我们在建档的资料库都是这样建到15组。对嘛，所以我就要问问题，就是在这里嘛。我们这一个今天这个法案的通过，其实 DNA 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统一，比如说你的刑事案件什么以上的话，也要做到几组，做到什么？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减轻。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程序啦，我认为应该是要这样啦，所以我觉得你们各单位可能要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如何去统一，好不好？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林秘书长，来，请秘书长。张委员好。好，秘书长。对啊，你们比法务部好很多了，还写了这么多哈。可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要跟你请教一下哈。您所说的哈，现行刑事诉讼法哈，它的规定跟什么有再审？可是就我手头上的资料啊，其实我们台湾我举一个哈，台湾高等法院及分院再审案件哈，它的收结情形哦。我看起来哦，准予开启再审的案件平均数非常非常的低耶。对，几乎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几乎1/2、1/3而已啊。我不知道秘书长，是你对这个数据有什么看法？因为哈，很多就一般哦申请再审哦，他们为什么会被驳回？其实是就对于法院的判断，已经有的证据资料，他要做不同的判断，那这个就不是再审的那个符合再审的一个要件。绝大多数的申请都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个人呢，我就教育你，我是觉得啦，有大概有几个问题会这样子的。第一个我们现在都知道啦，我们现在实务上的再审分案大概都是自裁自审吧。对，那我法官，我当然我为了减轻我的业务量，我当然我也不准比较有这个可能啊，那个对 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啦。我现在是说符合要件的话，我现在是说实际上的运作啦，有可能会这样啊，对不对？然后另外还有，搞不好这个案子是其他法官判的啊，我那个法官跟我很好啊，我怎么会去否决他的判决？不会这样的，我们怎么？法官之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这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啦。那可能就是不了解啦。来自民间声音，很多人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了解才会请教你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的事情我想要请教一下哈。法的安定性跟正义的追求，你觉得哪一个重要？正义的追求我认为是胜于这个法的安定性。如果是发现真实追求正义这个本来就是刑事诉讼法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没有错嘛你也认为正义的追求。
那所以说啊，今天这个法案，我认为啦，哈，当然啦，我刚刚就说过，你比法务部啊好很多。可是呢，我觉得您所说的这一些，像您所说的限期诉讼法规定哦，实务哈，然后这个已经有再审之机会，我认为哈，会有像我刚刚所讲的提出再审的机会哦，同意哈很少啦，对不对？这也相对的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啦。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呢，确实哦有它必要尽速来通过，来保障人权，然后保障一些受到冤案、受到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一点你认不认同？我们也是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法案，那利益是良善的，可以值得肯定。只是说它的那个就是它这个这个设计是说向当事人向法院来申请，那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哦是值得斟酌。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这个条文里面像合理相信啊哦这一类似这样，还有一些像要考虑到司法资源妥善分配这些问题而已。我没有否定这个制度本身好的，只是说那个整个在我们现行的诉讼刑事诉讼的那个结构里面哦。是不是适当哈向法院申请这一部分？所以原则你都同意嘛？立法的目的你也都同意，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嘛，对不对？你们的报告里面哈，第一页里面哈有一个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了。我不知道以你的认知啦，以你的实务的经验，检察官有每个检察官都做到这一点吗？就问了，就不便评论了。那好啊，来啊，我们的司长，请林司长，你认为每个检察官都有做到这一点吗？跟委员报告，我想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客观性义务，这应该不要跟我讲法条，我只问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好。这个是应该是每一个检察官都应该要信守的规定啊。有没有都做到嘛？这个应该是对于每一个检察官，这是一个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啊。不，法令什么都要，当然要做到。我问你，实务上有没有每个都做到啊？这个在每一个个案的实践上面，我相信检察官他们应该都是会来谨守这个客观性义务，这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确定吗？这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确定吗？这是法条的规定。法条的规定，我现在问你实务嘛？实务的操作上面，你就回答我就好了嘛。对，实务的操作上面的话，检察官也确实必须要如此才对啊。你连有或没有都不敢回答、喔，这我刚刚就是已经跟委员报告。我跟你讲，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在当新北市议员的时候，亮票案，检察官当庭就讲了，上面要求我来办的，然后只有民进党籍的议员被起诉，国民党籍的都是因为那个角度的问题，一个起诉都没有。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啊！我的辩护律师顾委员还在这里，你去勘验那些光碟，检察官是多么办案不明确，只能讲用乱七八糟来讲而已。这种政治性的案件，我们觉得以前有，现在还是有，所以啊，我要跟秘书长你讲啊，你要靠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这一点。目前的台湾根本就还办不到嘛，所以这一点是白写的啦。我要提醒你这个啊，我们的检察官就是还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啊，如果这个法案如果不通过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哈冤案或什么的，还是会继续的发生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啊，我应该哈就是把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把它处理好啊，让它通过。好，谢谢。好，两位请回。好，谢谢张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周成秀霞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林秘书长跟林司长。来，请两位。委员好，秘书长你好林司长好。DNA 这个鉴定现在技术非常的好与时俱进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DNA 可以协助司法来发现真相，也等他判决确定以后，他更能够帮助这一些无辜的被告来进行再审救济。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是非常值得大力的来推动。秘书长，你会不会认同？支不支持？我也是认为是好的法案，就是利益良善的一个法案。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要大力的来推动才是啦，是哈，只是说里面的有一些规定啦，是不是还可以再斟酌一下。那有人把司法看成比喻成看病，说误诊是在所难免，那你的看法呢？你认为是这样吗？这不太一样啦，因为这个医病关系一般来讲病人对医生是只有感激啦，因为你是有求于他嘛，他帮你医病。但是司法这边审判的倒不见得是这样。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司法是这个是他因为法官不是当事人啊，他也不在现场，他是凭这些证据资料来认定事实。那跟医生呢，他看到的就是眼睁一个病人的病灶就在你面前嘛，他可以做一个正确的诊断。那这两者在事实的认定上面是在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两者互相来比拟的话，我觉得是值得斟酌哈。我觉得啦，司法院应该要采取有效来降低误判的这个必要性的机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机制？误判，我们当然就是说尽量就是在证据就是证据的一个认定，因为毕竟法院的审判法官并不负责收集证据，他是负责调查证据，但是不负责收集证据。所以在证据的收集上面就是希望在检警单位在犯罪侦查之初就能够很完善的来做到，那这样的话才不会避免就事后采证的一个困难造成认定事实或是这个冤狱的一个产生啊。那我想如果要建立起全民信赖的一个刑事司法的制度，不再让无辜的人被判有罪，推动定罪以后 DNA 这个检验程序的法制化，让无辜者能够获得平反的机会，而不是只凭着靠运气，我觉得这是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你对这个法案你支持这个机制吗？还是对这个法案有没有什么意见要做一点补充的呢？我在书面意见有写到，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目前刑事诉讼的结构来看，我们采的是不是职权进行主，不是法院的职权进行主义是当事人进行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法院呢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申请呢 DNA 的这申请的这个鉴定应该是从检察，应该是在检察官这边了这里是启动一个它也是属于犯罪侦查的一部分嘛，证据收集证据的一部分，所以应该在检方这边检察官这边就可以一个发动一个不是说由法院来裁定准许他申请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鉴定。我觉得这是主要是诉讼结构的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那其他的就是比较属于技术上面的东西这大家可以讨论的那如果要申请再审的理由就是必须要有发现新事证嘛对不对？那针对案件的生物迹象进行 DNA 鉴定，如果有合理相信就可以作为是新事证嘛那受判决人如果申请再审，是不是应该就要给予鉴定？没有合理相信，这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新事证、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也要是足以推翻就是你拿出来足以推翻原来认定的那个事实，这样的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那这个草案本身的所称的这个合理的相信我想会造成就是当事人被告
他认为他一定相信，认为说是这个市政够了哈，但是法官的标准也不见得一致啊，所以大家对什么叫做合理相信哈，那个相信这个鉴定的结果可以作为再审的新事实，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足够可以足够推翻的理由才可以作为是新事实。这个要界定这个，因为这个合理相信本身是标准不一啦哈，没有一个定义在那里哈，所以这个部分是值得哈，条文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是值得再斟酌。那这个草案规定申请人呢，只限受判决人哈，那他受判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是配偶里面哈等等哈，是检察官是没有列入的。那你认为检察官要不要把它列入，也是作为申请人，还是检察官依职权就可以进行鉴定？我觉得检察官依职权就可以，他本来就是有客观性发现真实，对于被告有利的证据要注意的这样一个义务哈。基于这样的一个职责哈，他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职权发动啊，所以他不必再列入是申请人的啦哈。他不用。那另外，我们准总统蔡英文哈，他有发函请邀请保外就医的前总统陈水扁参加国宴哈。那秘书长，你认为他可以参加吗？他那个，因为他在这一部分是属于法务部的权责啦哈。跟司法业务倒是没有什么关联性啊。所以那个司长，你也是这么觉得了？这部分的话其实是矫正部门的执掌啦哈，那这部分呢矫正机关已经对这个问题曾经表示过意见，那我在这里的话可能对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个人业务执掌，所以也不便表示啦。是，谢谢。我是认为哈，卸任总统出席参加国宴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啊哈，因为人家国外也都是卸任总统参加，毕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任大典嘛哈。但是陈水扁总统他就是比较特殊啦哈，因为他目前还是算贪污犯哈。他如果参加国宴呢，那他原本呢重病的那个原因哈，所以停止审理的这个案件哈，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停止审理了。你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秘书长，请问你是不是？我还是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司法这个哈业务的一部分了哈，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不予置评了。这可能外界的看法也是不一啦哈。那司法院在101年6月间哈有提出人民官审的试行条例草案哈，那到现在已经5年了哈。司法院已经为这个官审的条例草案已经花费差不多大概上亿元的经费，那现在有什么成果呢？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因为草案提出来哈，那我们也进行了哈，大概目前为止总共48场的哈模拟法庭。那模拟法庭就是人民参与审判的这个模拟法庭的这个演习啊，那也就是为我们将来哈这个所有全国各法院呢来实行哈来那个人民参与审判预做准备。那其实这5年这几年中间哈，我们是各法院哈已经有相当的准备，包括法庭的改造哈，还有这相当设备的这个配合哈，那法院人员的哈对于这个诉讼怎么来进行，如何来指挥，这一部分都有相当的一个熟练。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钱花下去是很值得的。然后同时也经由这个模拟法庭哈，因为有很多的素人法官会来参与，好，他要抽签嘛哈，所以在观念的宣导上面呢，已经有达到它的效果。一般老百姓哈，但是总统大选的时候，各个候选人都有提出他自己的司法政策哦，但是没有人把这个官审政策作为是诉求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说官审
不管是官审、陪审或是参审啊哈，这个都是人民参与审判的那个不同的一个形式。那我们讲的那个基本的人民参与审判的精神哦，跟他那个原则哈，我想我们在经由这几年的模拟法庭哈，邀请老百姓来参与哦，是以达到那个宣导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目前那个看社会上面普遍的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比起哈，我们以往哈，那这个是差异很大。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经费哈，也是有它的那个价值所在哈。好，那个司长，我先你先请回哦，接下来的问题啊，我不是那个司长请回，秘书长我还要再请问你、啊。是哈，新总统那个蔡英文在选前就很明白指出了哈，他。这个官审制度是抵触法治、国家基本的国家的国家原则哈，跟基本精神啊哈，所以他认为这个官审制度哈是他是不赞成的哈，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部分抵触哈，这个那个官审本身。也是让老百姓有决定权，只是说老百姓是初步的一个决定，法官把关做最后的一个决定。他是有主张这个推动陪审制的，还是和参审哈？这两个他是有主张的哈。他像这样的话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官审制到现在目前，你说成果你觉得很好，但是一般来说，觉得这个是好像没有必要的哈。那你觉得这个参审啊哈，或陪审啊哈，或者是这个官审啊哈，三个都还是要继续来推动吗？我们是目前模拟法庭哦，是这三个制度都有在都有模拟了哈、哦。那同时哦，我们也做问卷调查啊，其实这三个制度各有赞成的人，不过哈、哦。在老百姓那个接受度里面哈，目前依照我们做现场这个调查哈，在这个就是官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老百姓他很希望能够参与这个审判，但是他也认为说自己哦没有这样法律的素养，要决定人的断人生死啊，断人的这个自由啊，这个是有点怕的哈，不愿意负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又愿意参与，这个在这种心理之下呢，有法院有法官。做最后的把关，那他可以参与前面的出决的部分，啊，那法院对于他们这个素人法官呢、啊、所的决定，如果认为说不一样，要采不一样的结果的话，他在必须在判决书里面来写明哈、啊。那这样的一个制度，一般素人法官呢、啊，他们是认为是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哈、啊，就是既期待又害怕，他不会造成他心里太大的一个压力。好，谢谢。谢谢秘书长啊。好，秘书长请回。谢谢周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麻烦主席邀请司法院林秘书长以及法务部林司长。好，请林秘书长、林司长。徐委员您好。哎，两位好。我们这次本条例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在有罪判决确定的可以来做 DNA 的鉴定哈，作为刑事证，那么申请再审哈。那过去我们的再审率是只有1/1000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在订定这个条例之后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被告啊哈，那还有受刑人都可以有机会重申？觉得这样子会提高我们的那个再审率吗？因为毕竟现在那个再审的案件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牵涉到 DNA 鉴定啊。DNA 从过去的实例来看呢、啊，再审涉及 DNA 鉴定案件是非常少的，还是说就是说整就案件的比例来看哈、啊算是比较少的。是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哈。那么目前我们新的这个再审的制度通过之后，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条例的总说明当中也提到了两个案件，就陈龙奇跟那个吕建明的这个案例哈。那如果我们法院呢重启鉴定呢，就构成新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法官他不答应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他不答应重验的话，那是不是结果还是一样？
但依照这个草案是说要由法院来裁定啊，哈，裁定准不准啊，开启这个 DNA 鉴定的程序了哈，这样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程序？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即便我们这个法条定了，那如果说在我们申请的过程当中，法院他没有裁定，事实上我们我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了，不晓得最后面申请跟核准的多不多了哈，但就这样看来，如果说法官的这个立场的话，通常他是没有再申请，就是没有同意的话，事实上跟我们这个条例设定哦，就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了哈。所以请说。好，所以你觉得呢？你觉得如果这个案件他的这个因为早上那个顾委员也特别提到哈，就是在报告这个提案说明的当中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费用的增加，我们现在不晓得会是多少。好，那有没有一个你可以告诉我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重启再审的案件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花费应该会是占的是多少呢？这个我就不晓得，因为那个 DNA 这个鉴定本身呢、啊不是由司法院来做哈、这是我们有鉴识中心啊，可不可以请他回答一下呢？可不可以请我们请副局长。委员好，谢谢委员哈、那个 DNA 的鉴定啊，一个案啊。他的证物看他的证物数了哈，平均差不多一个案了，差不多最少要20000块以上。好，一个案件要20000块以上。好，那我了解哈。所以这样基本上，如果以这个案件数来讲的话，包括有那个必要性的话，应该确实是不会占到太多的一个预算了。好，谢谢哈。那我再请教哈，这个 DNA 的鉴定呢，除了在侦查的阶段之外呢，2001年我国呢就开始了这个当事人进行主义啊，因此关于这个证据的调查呢，检察官他是必须要负有举证的责任，那法官只能够在例外的一个情形之下才能够进行职权的一个调查哈。那请问在审判阶段，法院他会自己主动来要求 DNA 的鉴定吗？什么样的情形才算是例外呢？这要看那个案件啊，就是说法院依照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啊，是以借由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的过程，或是依照案内已经存在的这个诉讼资料，发现如果有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证据存在，而且有可能调查，有调查可能性的违宪，是就是说他调查证据的范围是这样。那如果说当事人有申请哈，那还有说依照案内已经存在的诉讼资料，他认为说如果有进行这个 DNA 鉴定哈，可以影响判决结果哈，这样的话，那而且是有调查可能嘛哈，因为我们的鉴定的技术，那就是说当事人有申请，那这个是可以在审判中来进行的啊。好，那我了解。我再请教哈，虽然现在我们今天提这个草例，我们都肯定 DNA 对整个办案的一个帮助嘛哈。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学证据呢，虽然是比较一个有它的一个帮助跟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如果我们太依赖这些科学证据的话，如果仅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个 DNA 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陈男哈，就是因为 DNA 的鉴定是用不排除嘛哈，所以也忽视了其他人证的跟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科学证据呢一旦有发生一些差错的话，那对于这个结果的影响也是很可怕的哈。所以我也要请教说，除了这些，我们要如何来防范哦？除了如果这个 DNA 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冤狱的判决啊，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司法的品质呢？当然就是刑事案件呐、你牵涉到刑事案件，第一个就是犯罪侦查收证完备嘛，第一个这个是最先的要件嘛，因为你事后的采证哦，物证人证都可能灭失掉了哈、那就是收证不容易，要还原事实很难，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一部分。当然第二，进入审判程序以后呢，那法院要尽他的能所能了哈，在调查这些证据哈，看他这个真实性有没有相矛盾的地方哈，这个是第二个哈。以上是吗？好，谢谢。那我请教那个法务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刑事案件在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收集的
采证的东西哈，不管说是有的是槟榔渣或者是烟蒂等等嘛哈，那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紫外线呢，或者是雨水的冲刷，可能会影响到整个 DNA 的一个采取的这个准确性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怎么样能够来减少我们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误判的一个状况呢？谢谢委员。我想这应该是牵涉到说，在第一时间，就是在收集证据的时候，遵照相关的作业流程来做收集，应该就可以避免到相关的这样一个刚刚委员所关心的这个问题。那其实第一线的司法警察人员的话，在这方面的训练应该比相较于以前的话，都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了。有的时候不可能你的现场的采集一定都是来自第一时间呐，有时候可能是经过两三天嘛，那一定会有经过一些雨水的一个冲刷，那这样子说采取出来的 DNA 未来在整个作为你的资料的判决当中，它到底占的比例是多少呢？这个就是在第一时间或者是过了多少天之后再采集的这个证据的部分，当然在证据力上面或多或少会有影响，但是我想如果说在整个收集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有按照作业程序来走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影响是不大的。那今天在座其实都我们司法警察同仁也都有在这里，我相信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应该都是有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才对。好，反正就是觉得即便是这样，你们采取的 DNA， 你觉得还是应该是值得作为参考的一个依据嘛，对不对？基本上应该是。好，是那我再请教啊，就是现在呢，我们法医对于简体的保存是30年吗？是吗？简体的保存的话，我们希望是有目前根据了解，法医研究所对于法医简体的保存的话是30年。那我据我了解，好像经过5年之后呢，我们所大概可以采取的大概就是剩60%。那经过30年，就几乎是没有办法来存取到这个 DNA 哈。那尤其现在我们可能在这样的相关的环境当中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存我们的这个样本哈。那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现在可能会存在的相关的风险呢？是。其实如果是要建置良好的 DNA 保存环境的话，设备跟人才还有经费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根据我们法医研究所给我的资料的话，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是非常需要经费的依助的哈。那今天刚好法医所的组长也有在这边，因为有涉及到专业，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法医所的组长啊，来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回应，不晓得可以不可以？不需要，好，谢谢，没有关系，我大概只是了解一下，所以有可能这个我们的条例通过之后，相对性的你们在或者是说条例还没通过之前，你们现在就必须要争取在这方面的一个预算吗？还是说是。如果说是有这个条例通过，还有即使是在现状之下的话，对于一个专业设备的提供、经费的依助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不止法医研究所，还有调查局以及还有刑事警察局的部分，其实都有碰到类似相关的问题。那这部分如果是有经费跟设备、经费依助、设备的一个专业度提升的话，应该是对于这个案件的办理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了解，那我再请教啊。现在我们在这个采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会找，就是会发生我们这 DNA 采样了，结果我们没有相对的这个嫌疑人嘛，哈。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去突破我们在 DNA 这方面的一个盲点呢？在现在 DNA 的部分，我们在现场如果是有采集到 DNA， 有收集到相关的基证，然后有进行 DNA 的比对，我相信，我目前司法警察机关，对于这部分的话，都会来做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存，哈，证据保存。那将来如果说是有在另案的处理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事件的处理上面，如果有发现相关的嫌疑人，那也有进行 DNA 的比对的话，那就可以来做所谓的这个过去的案子能够加以侦破。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在新闻媒体上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这样的报道。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破案的一个方式。好，
那没关系哈，反正总之呢，今天这个条例呢，法务部的立场哈，跟司法院的立场也都是赞同的哈，也希望呢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条例跟制度，让更多可能有遭受到更多冤情的人哈，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来做一个申诉了哈啊，但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关于 DNA 的鉴定的这个问题哈。到底呢我们未来呢这个 DNA 是作为我们最有效的一个证据吗？还是我们当然也要再参考像本的很多的学艺啊齁这些等等的相关的资料，当然我们看到各国美国日本都有不同的一个做法，但就你们的立场，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站在我国来作为整个在案子进行当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呢？DNA 证据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检察官办案而言，它是非常重要一个证据。那特别是有经过专家所做出来的鉴定，我们当然会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是就像刚刚委员所指教的，除了 DNA 的证据之外，其他的证据的部分，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一定会来综合的来做审认。谢谢。对，好，还是希望呢能够多加综合的，不要只是单一。但我们知道这个 DNA 的一个鉴定，作为整个在这个参考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啦。但是希望呢，在更多的一个数据的参考当中，还是可以纳入考量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几位请回。谢谢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您好，我们有请司法院林秘书长，还有检察司的林司长。请林秘书长，请林司长。周委员好。好。本席跟顾立雄、尤美女两位委员，还有其他同仁呢，我们提出了这个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的鉴定条例嘛，哈。那早上的一些询答还有讨论哈，大概就是有关于说这个到底将来是要跟，如果确定这样子一个特别立法的方向的话，是要跟这个司法官来申请，还是说由检察官来主动，或者是跟检察官来申请，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嘛哈。那早上显然目前的询答好像是说对法官比较有一定的期待，合理相信的期待，但司法院是认为说，依照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还有就是说职权进行，我们现在是采当事人嘛，所以会认为说应该向检察官来申请比较妥适。那但是对于说目前整个询答下来，好像对法官这个部分比较有一定的合理期待相信，不晓得秘书长对这部分有没有再补充说明？谢谢大家对法官有这么好的一个期待哈，跟那个信赖感哈。但是我想我们也要相信检察官哈，他是公正办案的哈，他作为这个公益的代表人哈，他应该要哈，对于有利被告的也要注意到。公益代表人。那林司长请教，就是说如果是在由向检察官来申请的话，在实务上的进行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方向这样？跟委员来加以说明啊，其实就像司法院的报告里面提到，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就提到说，实行刑事诉讼的公务员，那当然是包括法官跟检察官，所以检察官在这问题点上面自然是责无旁贷。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话，应该是在于说现行的再审制度，检察官其实就可以依照再审的规定来做处理，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进一步要来再加以考量，也就是说，在立法政策上面是不是要在再审之外，另外再提这样一个法案出来？我这个今天所提的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的鉴定条例，
看起来应该是要超越我们刑事诉讼法的再审的规定。这个应该是说特别立法比较明确、比较迅速啦。我们提这个法案的主要的考量点就是比较明确、比较迅速，能够就这些我们认为可以透过新的技术，然后来发现更真实的事实真相啦。那请教林司长，那现在再审有就是再审的规定修正之后，检察官这边主动申请再审的这个案件数是多少？那个秘书长就请回。秘书长请回。好，对不起，这个很抱歉，我今天手头上刚好没有这样一个统计资料。好，那是不是能够容我会后的话能够把这资料整理给周委员这边来做参考？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台中这个郑信哲这个案件。郑信哲案，那当然还有刚刚大家一再提的，包括在草案说明里面有提到吕建敏的案子的部分，吕建敏的案子，那还有郑信哲的案子，其实都是检察官本于这个客观性义务所提出来的申请再审啊。好，那是不是在有请这个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长？季副局长，我们在提出这个草案的理由里面，我们在最后一段有提到了，就是说有关证据保存的立法，目前我们认为这部分是缺如的，而且有待规范。那政府有保存证据的义务，还有一些这个鉴定程序的相关的规范，都需要通盘性的立法规范。那我现在想要了解的是说，在我们侦查就是说如果今天在这个案件确定前，我们可以审慎来采证，然后适度的给予鉴定人一定的这个，在确保这个鉴定的过程不会出差错，那这个出现冤案的机会将大幅降低。我想了解就是说目前侦查实务上，包括哪些案件的类型会采集犯罪现场的 DNA 基证？哪些犯罪类型？事实上在刑事侦查里边采取 DNA 啊，最主要是看它跟整个案件的关联的问题了。现在比较普遍比较多的像性侵害还有命案啊，这大部分都会注意到 DNA 的采集。现在本席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依据这个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了，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嘛，那依据这个条例的第一条规定，它是说为了维护人民安全，协助司法鉴定，协寻失踪人口，确定亲子血缘，提升犯罪侦查效能，有效防治犯罪，所以制定这个本条例。所以采样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好，包括了这个协寻失踪人口，确定亲子血缘。那这边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那照这个条例的第四条规定，要设立专责的单位，就是要鉴定要分析。但是依据我们去了解的调取的一些相关资料，我国 DNA 的鉴定实验室鉴定实验室有法务部的调查局，然后还有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还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还有台南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所以等于是在内政部跟法务部都有相关的单位机关，就是在负责做这个 DNA 的储存鉴定吗？另外，这个储存鉴定的时间点好像又有不同的一个规范，是不是请那个有请那个刑事局那个给我说明一下？好，这一部分我来请我们那个建设中心的陈主任来做一个说明。另外就是说，在法务部的这个法医研究所好像也是有储存这个 DNA 嘛，做 DNA 的鉴定。那它的 DNA 的检体的期限好像时间又比我们这个采样条例的时间要来得久，我不晓得这两个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或者相关的权责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的储存。嘿，就请两个单位说明一下。委员好。那么我是刑事警察局建设中心主任陈小贵。我想刚才前面有一些的委员呢，可能有一些部分呢
也许有一些在观念上面呢有一些弄混了，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说明的，也就是说，那么依据这个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呢，上面的主管机关呢，事实上是由我们刑事局来执行。那但是我们执行不是针对刑案现场的证物，我们主要呢是依据这个条例呢，是储存跟建立的是犯罪人的 DNA 的样本跟他的资料库，储存犯罪人，那怎么样 定位这个犯罪人？也就是说，依照法条上面的规定，例如说他是性侵害或者这个命案的，这个呢是在涉嫌阶段可以来采样，所以呢，根据法条上面的施行细则里面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那在至于在，所以你们储存的样本就是认，就是在他如果有犯罪嫌疑的时候，你们就会去采样。是依据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他只要犯了这样的一个罪的话，依照法律是要采他的 DNA。所以这部分的采集是，当然就是司法刑事警察在负责嘛。是的，是主要是采集之后就送到你们这边去储存。是。那法务部那个法医研究所，当然就是那张给我，大概就是有命案发生嘛，是不是这样？在法医研究所主要呢是针对于像他们相验的死亡的案件，所以呢相验之后，那么这个送到法医研究所，他们会进行鉴定。那么另外还有例如说像空难事件等等重大的这个灾难事件这一类的案件的话，那么我们有进行分工，也就是说在无名罹难者的这个尸体的部分是由他们来鉴定，而至于在家属部分是我们鉴定。所以呢，我们跟对这个法定建档的对象，我们是针对人的这个部分，不是针对刑案现场的这个证据的这个部分。好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刑案现场的证据，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这个规定，后来他移送到地检署，所以呢，这些的证据主要呢跟这个有关联性的证据都会移送到地检署去，所以它的保存不是在警察机关，它到了地检署之后，后来到法院就往前走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部分只有处理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刑案现场的部分。那么在刑事犯罪的时候嘛，是刑案现场送到地检署，那他们有这样的相关的配备设置？他们有赃物库吗？他们有赃物库。那储存这个 DNA 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吗？是在 DNA 的这个它的简体的储存的部分，像一般的简体，我们一般来讲只要干燥就可以了。但是呢，对于例如说尿液的话，需要来低温保存。那如果是说骨头的话，它要更低温的去做冷冻的这个地方的处理。所以刚才那么在法务部的这个法医研究所的部分，它是针对于这个骨骸的这个部分来做保存。所以呢，我想可能有一些的观念有一点落差，所以跟那个确定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在干燥的环境下，那每个单位都可以储存就对了。如果这个案子在地检署，就地检署；如果这个案子在一审，法院就在一审；上诉到二审就到二审。是的。那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这个简体它就发生了变化，那导致将来的一个鉴定的结果？基本上面按照国际上面的这个惯例也是一样进行，那么像干燥，然后呢，因为证物在送交到这个地检署的时候，都会有包装封签，所以是在证物袋装好之后，外面就会把它封签好，然后还签名等等，这个按照证物清单就会往后面送到地检署去。那案件确定后呢？案件确定后，那个就不在警察机关了，后端的部分就不是警察机关所能够来。那案件确定后，那个请教林司长，案件确定后就送那个法务部，就是我们地检署的执行科执行，那所以这些简体就一直由地检署这边来保管吗？就是案卷的部分的话，它会依照就是案卷的保管的年限会来做处理，一般而言是这个样子。每个案件一样吗？还是依照它的刑度的轻重？应该是依着不同的刑度而有不同的保管的年限。对。那另外，法务部调查局也有这个 DNA 的鉴识实验室，它是针对哪些案件在做 DNA 的鉴识啊？
委员报告。那如果是比较跟现场有关的，是刑事局在负责；那如果说跟遗体比较有关的，是法医研究所负责。那以上不属于这两部分的，由调查局负责。譬如说有一些民事案件，或是安非他命的地下工厂啊，或是野生动物案件，是由局里来负责。那我看，因为我们现在制定这个条例，当然也要确定这个检体、这个 DNA 是有效存在的嘛，而且能够好好保管的嘛。那我想，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多的单位都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但是权责或者跟相关的法规都不清楚，可能是不是我们会请这个司法院会同法务部，大家再提出一个有关这个 DNA 检体的一个储存保管，或者将来这个鉴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好，谢谢。好，谢谢周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请林秘书长跟那个林司长。请林秘书长，请林司长。秘书长，我想先请教一下哈，就是说，假设您认为就是说是不归这个像不归由这个法官来负责，那么检察官有客观性义务的话，那我想请教一个从您立法上来考量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检察官我跟他申请，他不理我的话，我是没辙了，对不对？哦，我想这大家都清楚嘛，对不对？因为我没有申请权呐、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一个申请权利，然后你要给我一个回复裁定，我可以具体抗告嘛。那假设说您的意见说，那不要跟法官申请，那跟检察官申请。那如果检察官申请，我立法上说我跟检察官申请，那检察官申请以后不理我以后，我要跟谁申诉啊？或者异议，或者救济？他检察官也有上级机关啊。哦，或是这个就是说行政上面也有申诉的管道、啊、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要向检察官来申请。那么法院在这一切的这个申请的结果当中，我要寻求救济的过程当中，法官都不用来介入就对了。对，我认为是前端申请的，因为他要处理再审。我请问一下，检察官的这种的客观性义务啊，在我曾经跟他打过一场仗了以后。他作为一个原告，那我作为一个被告，那他铁定认为我不是冤枉的，我铁定认为我是冤枉的。之后我们打了一场仗以后，确定了以后，我还是认为我是冤枉的，我再向检察官申请。你认为检察官理我的几率有多大？还是会有的，依照我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我再来问一下林司长，还是有的。我再问一下林司长，林司长，吕建敏的案子哈，吕建敏的案子或者郑信哲的案子。不晓得是花了多大的精神，特别是郑信哲啦、哦、我们大家都为了声援救援郑信哲，我也写了文章，拍了短片，各个的倡议团体，最后好不容易检察官突然不晓得是有良知了还是怎么样，那我请教一下，郑信哲的案子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得到再审的机会？为什么迟迟要这样子？民间团体奔走了十几年，他关在里面14年，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救济的机会。你能够告诉我说，检察官如果说我跟他请求再做一次这一个鉴定，以郑信哲案，因为郑信哲比较不涉及 DNA 的案子了，我以这个例子，那么检察官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首先就是说，关于郑信哲这个个案的部分，因为我个人并没有实际的参与，那对这个案子的部分，那我回过来再问一下林秘书长，那检察官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你说我就向他的上级机关，意思是这样吗？那哪怎么看？怎么判决确定后了，那么这个鉴定的案件，我请求检察官理我一下，检察官不理我了，你翻遍现在所有的法律，你给我找到一条。我要怎么叫检察官再来理我一下？那我们在您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可以有一个机制嘛？救济的机制啊！李秘书长，你这样子是啊？先是否定这个啊，说这个条例这个向法官申请的可能性。那么现在说这个条例有它自己的必要。那所以我刚才请教你啊，那我如果向法这样讲，如果按照你讲的法了啊，向检察官申请。
那检察官都不理我了，我能不能找法官拜托一下，检视一下，理我一下，这样不为过吧？这个看制度怎么设计的、啊。不过我觉得公平的法院里面，那所以司法院有没有可能采取比较开放的心胸来体会一下？有，因为哈，现在所有采样能够保存完整的就是 DNA 啦。我们讲白一点，对不对？今天经过了5年、10年，还有可能拿 DNA 依照新的鉴定技术去重新获得一个检视的机会了。真的讲，只有 DNA 啦。苏建和案那个现场重建了、啊，坦白讲，吕昌义花了这么大的精神去做现场重建，那个现场重建到法庭里面还是被质疑的相当的厉害，因为现场如何重建，唯物基证除了 DNA 的部分之外，其他的相关的唯物的保存的链，事实上我们到现在都理解没有很清楚的 SOP， 到现在为止，唯一真正能够做到 DNA 保存相当完整的。唯一做到能够保存相完整的证物，其实坦白讲就是 DNA 了。所以 DNA 这个量在不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司法院其实不用去太考虑到法官的负担的问题。我不是考虑法官的负担，法官在这一个所谓的申请，谁能够重新获得鉴定，我们也不会排除只有被告或者是受判决人，检察官也可以去申请，但是检察官根本不用去申请。因为检察官如果决定要做，检察官自己就可以做，但人民他手上没有 DNA 的检体， DNA 的检体在你们这些官的手上，你们这些官的手上，我们民要求要拿到这个检体重新做一次检体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请教秘书长，陈龙奇的案子，他实际上在开启再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做成鉴定，他根本没有做，他只是提出一个说法，说17组跟23组有可能会不一样，有可能会不一样，但真的不一样不知道。那我问你，依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再审要件，他有合乎再审的要件吗？没有。那陈龙奇的案子，他逃亡，他还逃亡，要得到法官的同情是何等的困难。你这小子不乖乖的服刑，你还逃亡，那法官凭什么来开启再审？你也没有鉴定的结论，是鉴定的23组的结果一定可以排除你陈龙奇涉案啊？那人民何其无辜啊！好，两位请回座。我请教一下那个，我直接请那个陈小贵，鉴识中心。来，请。好，我想因为你比较清楚，我们大家也都了解你这个在 DNA 的整个鉴识上面花了相当多的功夫啦。我请教一下，谢谢委员。刑事警察局一年做 DNA 的鉴识的工作大概有多少？7000件左右。7000件左右。是。那么对于有关刑事判决确定后到现在为止，好、哦，就因为我想你可能数字不一定有，我只是问一下你的印象所及啦。你的刑事判决确定后，有透过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要求重新做这个 DNA 的？跟委员报告，那判决确定以后的就是那吕建明跟陈龙奇的案件。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也补充说明，陈龙奇的案件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是我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主管呢去跟主动跟法官说，那么因为可能有新的这个方法，也许有机会，所以后来才会主动来处理。那至于，但是呢，从陈龙奇案件之后，那么很多的这个法官，也就是说还在审理期间，那么只要有他们有提出来的时候，也有几件再送回来的，可是做出来的结果还是跟当事人一样。所以您就揭露了一个，我跟你讲，透过冤狱平反协会倡议，包括我手上也有些经手的案件。我们把它公开揭露以后，就我得了，你们私下会去做一下，哦、那这个透过冤狱平反协会，透过我们的倡议公开，然后我们可能跑出去讲了，那你们就私下做。那很多人啊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援助的，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没有平等救济的一种机会，那么只是。基于您的善意，我想这个不是制度性的做法。那就作为这样子的一个 DNA
保管的单位，到现在为止来看，如果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确定后，然后由法院再嘱托贵单位来进行鉴定，你认为像这样的案件，大概一年会估算有到多少呢？报告委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估算，但是呢，我们可以来说明一个部分。刚才呢，在谈到技术的部分，有个地方需要厘清。如果他是用的是 DNA STR， 他其实他会给各位呢一个统计数字，就是一个几率，那个地方已经超越到全球人口数，所以如果我们发的报告的话，那么以台湾人口数这样算是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比较多的会有一些的状况的是 YSTR， 就是男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在 YSTR 的时候，诚如刚才也提到过了，因为技术上比较多的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进步，或者像有一些比较困难鉴定，例如混合型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会随着只要有新的这个技术的话可以引进，那么我们都会透过这个部分，同时呢，在法官学院等等也都会让一些的继续教育的法官来了解。我请教一下哈，就说就您的专业来看，以陈龙奇来讲，他在2010年也是用这个 YDNA STR 来做，那2013年跟2010年，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或者进一步讲 ，DNA 这样的一个鉴识啊，在多久的这个范围？这个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个比较新的突破，还有你认为现在的新的鉴识技术在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是，谢谢委员。那么这个刚刚好，就是因为我不能预期说技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但是呢，这个案件上面呢，刚巧就是因为原来的技术没有办法分得出来，所以那个期刊也是在2月左右来发表，然后我们跟法官来提起，那么立刻引进，再经过确效实验才有办法来解决。到最近的话是用，那么当时是有23组就分出来了，那么现在有27组，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到距离23组，那当时是也可以做到27组，还是当时2013年可以做到27，还是只能做到23？只有23组，只有27组是最近才出来。那现在距离2013年也不过才短短的几年的功夫，3年，是吧？是。现在就又发展到27组了。是，但是我们必须要顾虑到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进步，当然就像我们说，如果是像 YSTR 啊，它刚好可以来做来排除，但是未来的这个部分，它可以到哪一种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这个技术已经差不多比较平和，已经比较稳定了。那么同时呢，它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症结点在于，即便在怎么样的一个进步 ，YSTR 它的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鉴别率，它还是有它的限制。例如说，它大概只能到10^-3次方。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所有的鉴识，即使是大家认为最最精准的 DNA， 都仍然有它的很大的限制了。只有在 YSTR 会有这种状况，DNA STR 不会。法官每次都用所谓的你们鉴识出所谓的不排除就判人家有罪，在新的鉴识技术发展出来，就可以发现他有可能是冤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 DNA。我最后再问一下。刚刚周春明委员在问你们的时候，我请教一下，将这个 DNA 采样之后，你再送给这个地检署，最后再送给法院的同时，你们本身如果这个检体的量够的话，你们本身刑事警察是会仍然会保留一份在你们手上。不是这样，是因为还是会全部移出去？因为我对这个部分不是很理解。是您讲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对证物的部分，我们是取了那个证物，然后萃取 DNA。那么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按照国外那个地方，通常不会留的。我们主要是，譬如说我把它萃取完了，假设来讲我是100cc， 我做了几次之后，如果用完了那就用完了。如果是用了刚刚好，最后剩下10cc， 就是所谓的0.1的那个 microliter， 假如只剩一点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笨方法就是不管它了，就放个冷冻库里面。
然后呢，那么以后再说吧。地检署的是检验出来的，检验出来是报告跟检体，就是说今天可能是衣服，可是留在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是一小管一小管的。就是说，假你们萃取出来后的 DNA， 假设你们检验的时候没有把它用完，你们会仍然留存一份就对了。我们只是把它摆在冷冻库里面，然后没有时间去管它了，因为案件太多了。那有一天用得着的时候，我只是确定是有一天的，我们再到冷冻库去找回来。我假设要找得到类似吕建明或者是陈龙奇的时候，我就可以从你们的资料库里面去找到一份就对了。要看看了，用光了就没了。没用光，没用光就有机会。没光用光就有机会。好，谢谢。好，谢谢。顾委员，您能上来帮我主持吗？好，我们现在请段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请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段委员好。秘书长你好，我跟你请教，因为我们刚才在谈到这个 DNA 啊，有时候会作为这个提到的好几个案件，几个案件都是作为这个再审的或者提起非常上诉的根据啊。那么我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再审啊有没有期限？就是说再审就是定这个定验之后啊，那么提起的再审它会不会有期限？这个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四百没有期限哈。420条，对，在这边没有期限，哈哈，没有期限，但是呢，但是如果不得上诉第三，但是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就有一定的期限的一个限制。他如果是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他如果有发现了重大的证据，那么要在定验的20天之内要提出来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看得到，我所知道的期限了、也就是说，不得上诉到第三审是比较轻的，比较轻的罪，比较轻的罪。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比较轻的罪它被定验之后，然后在20天之内，我们如果发现了新的证据的时候，我们要提起再审，要在20天之内。但是一般来说，到第三审定验的罪，就是比较重一点的罪啊，就没有期限了，对不对？好比说，这个判死刑，我们知道，现在在还没有执行的这个死刑犯，应该是大概41位吧，是不是？好像41位吧。正结这个执行之后是41位，这个41位啊，里面有一位羁押最久的，就是邱和顺，这个案子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他在1988年开始被羁押，后来到2011年，更11审定验之后，到现在5年了，所以加起来已经被关了28年，对不对？那他的这个案子啊，到今年4月，他的法官提起再审的这个申请啊，第4次被驳回，也就是说，他从2011年到今年的4月。总共已经被驳回4次了，那他被判决死刑定验5年了，还没有执行。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这41位，他法务部是根据什么标准去选择每一年要执行哪些人？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一个比较不那么重的罪在2审定验，我们给他的期限，再审的期限至少是20天。好，那理论上，3审定验的罪，我们是没有期限的。没有期限，当然，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提出来。但是你看邱和顺的这个案例，他经过定验了5年了，他的律师还在提再审的申请。
那如果比较轻的罪，我们都给他至少有20天的这个再审，提起再审的期限。那所以我就要跟你请教，在今年的4月22日被判决死刑的郑捷，到5月10号被执行死刑，18天，对不对？判决定验到法务部执行死刑18天的时间。如果刑事诉讼法对比较轻的罪，连上诉到三审的机会都没有的罪，我们都基本上有给他20天要提起再审的机会，为什么对一个死刑的判决，我们迫不及待的？当然我说了，我们是我们这个政府，讲的不是司法院，在第18天就必须要执行死刑。这个原因我相信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我也不想问法务部的检察司的司长，这也不是他做决定的，这个令也不是他发的，做决定的人没有来。但是我相信作为司法院呢，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主管机关，我相信司法院对这件事情不会没有态度吧。我要请问林秘书长，就是我们这个法死刑的执行其实没有期限，我们只有规定啊，说这个签了这个死刑的执行啊，3天之内要执行，对不对？但是到底多久要执行这个，要签这个死刑的执行的命令，没有规定。所以现在的41位里面，定验最久的，就是已经有16年了，但是还没有执行。我不晓得法务部是根据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理由去抽签，还是去把杯，还是有人托梦，是什么原因去选择，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不管这个死刑犯他有没有要提起释宪、提起再审，有没有要要求非常上诉，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但是我们基本上都会给他们一点时间，我们基本上都会等待这个即将要被执行死判，已经被判决，有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要被执行死刑的，他的家人、当事人或是律师，或者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案子，他会有新的技术，他会有新的证据。毕竟，无论他再怎么样，我们觉得他可恶；再怎么样，这个社会觉得千夫所指，觉得他罪该万死，但是他就是一条人命。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个人应该要受到处罚，是因为我们知道人命的可贵。所以当一个人命、一条生命被剥夺了，无辜者被伤害了，我们会对那个加害者觉得非常的可恶。但是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同样是一个生命。更何况我们有看到有太多的案例他是被冤枉的，我们也知道他有可能去做了这件事情的理由会有很多很多种，我们在这边已经讨论了不止一次，这些我们都不讨论。我们也在这边不讨论死刑该不该存在，我们这边也不讨论死刑该不该被执行。但是我只要问一件事情，说他为什么在第十八天要执行这个死刑，作为司法院、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主管机关，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感受、您的评论，您有对法务部有什么样的建议？刑诉啊，对于哈、这个死刑什么时候执行，没有相关的一个规范呢、哈。那或许在委员对这一件这个有这样的哈，这样的一个
考虑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的执行哈、是去用法制化哈、来加以规范哈、那这样的话也避免就是说像裁量权哈、就究竟谁要先执行，谁要后执行哈、所以你要告诉我说太多的一个司法院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感受吗？当然，因为这是属于哈法务部部长的一个权限呐、哈，这个是他的一个权限呐、哈。因为我相较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审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各个条文，我们会发现，其实司法院对于法条的细节，刑事诉讼法的细节，其实非常的这个谨守自己的职权，应该要争取。可是对于法条之外的法律的原则跟精神呢，我今天其实讲得很平静，但其实我是非常的愤怒跟伤心。我不晓得为什么一个政府的部长，一个首长可以这样轻率的，或者我坦白讲对法务部讲的比较不客气，因为整个法务部当然做决定签字的是部长，你整个法务部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条人命被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执行了这个死刑？他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法律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拘泥于法条的规定，就法条是容许这样做，但是这个法律的精神呢？我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呢？秘书长，你常常告诉我们说刑事诉讼法就是要保障被告啊，就是要保障被告啊，被告也有人权啊，对不对？对，一个被判决死刑定验的这个死囚，他也有人权啊，他有他的权利啊。当他还没有机会去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他就被杀掉了，这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这番话其实不是讲给罗部长听，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的首长。我也认为共同去参与做这个决定的法务部不配资格做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务部。但是我要讲给司法院听，当司法院对于刑事诉讼法的每一个法条字斟句酌，然后坚定不肯向后退一步，我都尊重。我觉得你们的立场我不管，至少讲出来就是为了捍卫人权。但是在法条之外的，在那个空白的地方，这个法律的精神难道不是更重要吗？我没有听到司法院或者不是您秘书长，但是你们的院长副院长，你们的大法官，或者是我不晓得去判了这个郑捷死刑的这个法官，就你们所代表的，你们主管的这一部程序法，那你们所要捍卫的那个法律的精神呢？如果只是法律的条文跟标点符号，那未免让人太失望了吧。我其实也不要求您一定要回答，但是我接下来就要结束我的质询，您如果愿意说一下您的感受的话，我把时间让给你，你如果不愿意讲，你就跟我一起离开这个质询台，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我们请尤美女委员。跟大家报告，如果尤委员之后是蔡依瑜委员，蔡依瑜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会休息五分钟，休息五分钟之后处理这个临时提案。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林秘书长
好，请林秘书长。还有法务部的林检察司长。林司长。还有这个警政署的纪副局长。纪副局长。刘委员你好，秘书长好哈，然后市长好，还有副局长好。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所谓的去氧核糖核酸的这个鉴，这个刑事鉴定以后呢，刑事案件确定以后，那去氧核糖核酸鉴定的这个条例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刚刚司法院呢也一直在提到说，这个主管机关不应该是司法院，但是这里呢，我们其实是说是为了再审。好，今天就有发现了，就是说可能这个DNA 的这个鉴定呢，因为现在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所以有可能当年的这个鉴定可能有问题，所以要求希望说能够再重新鉴定。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再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在这个上一届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让这个所谓的再审，那能够做对所谓的新事实、新证据能够放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然这里就牵涉到说，好，当我要这个所谓的发现的这个所谓的新证据，或者说合理的相信这个新的事实应该要去重审的时候，但是呢，当然我这个新的证据，这个检体不在我们手中嘛，对不对？这个检体可能存在这个所谓的检察署，或者可能存在这个刑事警察局。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然这个司法院呢，你们提到说，这个所谓的举证的责任，那是在检察署检察官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主管机关呢，应该要在法务部。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就像顾委员所讲的，今天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过程里面，辩方跟检方其实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那今天呢，固然里面法条里面讲说，这个检察官呢，他为这个被告的有利或不利，他都可以去申请这个所谓的再审。但是如果今天检察官他愿意主动的替这个被告呢申请再审的话，那他要去做 DNA 的这个鉴定，他本来就可以去鉴定，他本来就不用去申请这个法院来处理。但是今天呢，是这个被告他要去申请，他去向检察官申请，检察官绝对会不会准的嘛，对不对？我们也从这实务上来看，几乎很少准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能够求救的是谁？当然就是法院嘛，因为法院其实他是最后的人民可以信赖的唯一的地方嘛。所以在这种所谓的让法院不是说要你去保存这些的证物，要你去管理这些东西，只是说你让这样的一个能够启动说，好，今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检体，可能在这个刑事警察局，又可能在这个法务部，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是去把这个检体调过来，然后去送鉴定，只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也许它跟原来的没有差别，也许它真的是不一样。那这样子就给当事人一条生机，因为有可能这个判决就是一个冤判。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由司法院来当这个主管机关，我想并不为过吧，因为本来再审就是由人民向法院来申请，并不是由人民去向检察官来申请嘛。那我今天要去向法院来申请再审，但是这个证据不在我这个人民的手中，所以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请求法院，你让我们能够去把检体调出来去送鉴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想这个第一个去把申请再审，它是属于刑事诉讼的程序的一部分，去把这个鉴定调出来，这个检体调出来送鉴定，我想这个也是在整个一个刑事诉讼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由司法院来当主管机关，我想并不为过吧。因为第一个就是这检察官也可以为这个受判权人的利益来申请再审，啊，他是可以，自己就可以去申请，所以他可以申请，啊，他本来就是可以申请，本来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程序。更何况检体本身判决确定以后，所有的东西执行案全部的卷证都是在检方，不是在法院，没有错，我们要全部都在那边，啊，所以这法条里面没有要司法院去进保存的责任，啊，他就是职权来发动这样的一个程序，哦，是。比起法院是更方便的，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说检察官那个部分，检察官本来当然就应该要做，但是检察院申请再审的权利人不限于只有检察官，还包括被告本身，所以今天被告本身他没有办法，他去向检察官请求，检察官你来帮我调这证据，这简直是缘木求鱼嘛。所以今天既然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里面除了检察官以外还有被告，那检察官他本来就可以去为被告的不利益或是被告的利益，他本来就可以去申请再审，那这样申请再审他本来自己就可以去调这个检体出来，本来就可以去送鉴定。但是
今天是被告，我被告我没有办法去请求检察官，你要去帮我调这个鉴定的资料出来去送鉴定。那我今天申请再审的是向法院来申请再审，所以我当然应该是有权利去要求法院，你应该去帮我把这个证据把它调出来去送鉴定，给我一个机会。因为再审我的目的就是在于说，我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有被冤判的一个可能嘛。那今天被告他说我真的是没有做，我是冤枉的，可是呢那个鉴定报告本身是有问题，可是在这三审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办法推翻，因为那是一翻两瞪眼的东西。所以今天有好不容易真的有这样的一线的希望，说我提起再审，可是检体不在我手中，我唯一能够希望的就是法院你去启动这样一个把这个检体把这个调出来，然后把它送鉴定。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仍然是司法院的，你总不会把这个整个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移交给法务部吧？不会吧？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在整个我们诉讼的结构里面，法院作为一个中立的一个裁判者，你又准他申请权，你将来又是再审的本身的那个案件的哈本身的一个裁判的一个机关，对于一个受公平法院的那个形象是会受到影响的。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公平法，今天就是因为你是公平法院，所以对人民有任何的冤屈，你都必须要给他有一条生路，所以我们才会设立了再审的制度。而再审的制度不是人民去向检察官申请再审，是人民向法院申请再审。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只是法院再审，你启动再审的其中的一环而已。不是启动再审啊，他只是申请那个证据，收集证据，他只是在收集证据资料啊，到再审那离那个还有一段距离，他只是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这个范围，这个就是这一项是不是一个法院要做的一个事情，而是检察官他应该要来做的事情。更何况我们从实务上面来证据资料来看，检察官不管在地院或是高院，对于确定案件哦，检察官也有为被告为受判决人的利益申请再审的案例。也是有的啊，不是说没有啊。好，如果说我们规定再审的申请人只有检察官，而没有被告，那今天这个秘书长所讲的，我们可以说 OK， 那就是应该是检察官、法务部。但是今天申请人除了检察官以外，还有被告当事人。那今天被告当事人他可以去申请再审，可是当我申请再审的所有的证据不在我手中，只有在检察官、在法务部或在刑事警察局的手中，人民是没有权利去跟他们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今天要提起再审，但是证据不在这里，这其实也是我在证明我的证据方法的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这个证据呢，事实上它是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说我请求法院去把那个证据调出来去送鉴定。我想在整个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的过程里面，今天在调查证据也一样嘛。我今天被告我申请证据，但是证据不在我手中，我请求法院去向第三人去调证据，这也是法院去做的啊，不是说哎，这是你检察官的事情，你检察官要去调，不是吧？所以同样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那个主管机关当然是司法院啊，对不对？我是认为就是判决确定以后啊，来做这样的个DNA 的一个鉴定哈，那必以便目的是作为申请再审嘛哈的新事实或新证据，那这是我还是认为这是属于收集证据的范围了，应该是检察官的一个职责哈。不宜由法院来做。没有，那如果说今天检察官他要提起再审，然后呢要求法院去帮他调查证据，那当然是绝对是错的。但是今天是被告本身申请再审，然后他请求调查证据，那请求调查证，因为证据不在他的手上。不是请求调查，他这是属于收集证据的范围，不是。但是今天的证据不在他的手中，因为我必须用这些证据来请求申请再审。这个再审，就我就是有证据，对不对？那我这个证据的手中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检察，在这个法务部或者在刑事警察局。所以请求你法院去把这个调出来看，那这里就来证明说我到底再审有理无理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你法院在做裁定，说我今天要不要准许你再审的一个，我要不然我根据什么来判断你到底再审有没有理？我还是要去调查，去调查看看你再审有没有理啊，对不对？那我今天要去调查，就是因为证据，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证据 DNA 在哪里，对不对 ？DNA 的这个检体在哪里？那我不能够拿，所以呢，就是请你法院去
下一个裁定，然后去把这个调出来，然后去送鉴定，那你就用根据这个鉴定的结果，你来判决说，哎，来裁定说我到底再审准不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程序，当然是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切割的。如果说今天是检察官，你说我请求法院来帮我调查证据，那这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今天的当事人是被告，然后他手中没有检体，那也他也确实知道说有这个检体，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子判决我有罪的，所以我今天要提起再审。因此，我这个是你法官在准不准许我再审，你必须要去调查的其中的一环。这部分请您再思索一下了哈。那另外一个呢，事实上就是对于证据的一个保存，我们看到说最近在这高等法院有所谓的赃物这个赃证物品的这个管理的要点。那在这个法务部呢，自己也颁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扣押的这个证物的这个保存的这个部分。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目前对这整个一个赃证物，或是对整个一个扣押的这些证物呢，事实上呢是非常的混乱。没有章法，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经过呢监察院也去纠正过。那我不晓得说监察院纠正过了之后，我们司法院还有法务部在这一块是不是有所改善？是，确实是有改善了哈。这个是我们其实也老早司法院在102年的时候就曾经函各法院要落实赃证物库的巡查盘点的一个制度。而且是每半年就要实施稽核跟抽查赃证物品，发现缺失要立即检讨改进，是有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从91年开始也逐年编列这个预算请各法院赶快尽速要筹设那个刑事的赃证物品这个赃证物品库因为在审检分立的那个时候是把赃证物库是归给检查机关来使用，并且来做保管所以以致一部分的那个地方法院就因为保管场地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收受检察署移送的赃证物。那所以后来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自己建立法院自己的赃证物品库但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法院因为受限于国家的这个财政的一个困难经费的问题，没有办法来密地新建这个赃证物品库那所以这一部分是有待在依照再能够有所改进的哈。所以这个部分目前还是没有改善嘛？就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的法院的，人力也不足，就是，然后呢，这整个里面他没有自己的赃证物品库，就是有一些有少数那个有法院呢。那所以这里又一个有趣的问题，刚刚这个这个秘书长提到说，这所有的赃证物，当我们判决确定之后，是会把它移到检察署去。移到法务部去吗？还是没有？他有时候起诉那个整个东西都是在法务部那边，就是在检察署那边保管的。所以你说案件确定之后，判决确定以后是整个就全部移到检察署去。那就是高等法院这边所保管，就司法院这边所保管的，就只有说是在案件进行中的这些赃证物吗？对。那如果说只有在进行中的这些的赃证物的话，那事实上这里的管理更重要，对不对？因为这里牵涉到所有的这些的证物，它因为所有判决的基础就是这些的证据，那这些的证物的一个保管更是重要。那如果说这些的证物它非常的凌乱，非常的没有这个章法的时候，那如何法院根据这些的证物来做判决呢？我们已经就是为了那个提升赃证物品的那个管理的功能跟效率，我们有陆续完成修改那个就是。相关司法院跟各所属机关总务管理系统赃证物品的那个一个系统增设提供系统自动判断借期跟自动提醒击催等功能，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存在，就是促请大家来注意。因为事实上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的电脑其实是非常的发达，那现在所谓的机器人，对不对？其实也都可以用这些所谓的科学的设备去处理。那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司法院也应该针对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的法务部、检察司，你们对现在我们刚刚就是要，对不对？对扣押的部分，我们要这个扣押的证物要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部分，你们将来还有牵涉到罚款等等，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化的管理，那这个部分你们如何去处理这些的证物呢？那甚至这个所谓的赃证物品，等到判决确定之后，全部都回到你们检察署。
那你们这些检察署该发还的发还，那你们没有发还，这放在哪里？这检察署就回答一下。嗯嗯嗯。对，抱歉，我能闷在几分钟？哎，那个检察署是。看一下。对于就是已经判决确定的赃证物的部分，那就是该发还的发还没有错，那该销毁的就要销毁。对，那所以如果是那法院有宣告没收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来做销毁的没收销毁的这样一个动作。对，那基本上就是发还跟销毁。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讲的都很轻松嘛，对不对？你们对于这整个一个赃物的这些证物的这些所谓的保管啊，这些怎么样科学化？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好几个案子到后来都是这些证物遗失嘛，对不对？那如果依照正常的程序的话，今天所有的证据扣案下来，等到这个所谓的卷证，现在还是卷证并送，所以你们就必须要把它移送到法院去。所以呢，在法院这边就需要保管这些的证物，一直到判决确定之后，又把这些证物还给你们，那你们才去做发还，对不对？跟保存的这些的动作嘛，对不对？该销毁的，该发还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现在事实上这些都没有照这样的程序嘛。跟委员报告，就是刚刚委员有提到监察院曾经有纠正哦，那特别是在100年还是101年的时候，桃园地检署曾经有发生过赃证物毒品的这个事件哦。那在那个事件之后，其实法务部已经有对于所属的检察机关，那责成我们台高检啊，台高检这边来要求我们所属的检察机关，对于相关赃证物的保管的部分，都要重新的检视。我们有建立了相关的 SOP 的流程哦。那这当然，这 SOP 的流程，不是只有建立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落实啦哈。那这一部分，其实台高检在每年的业务检查的部分，都会来对于各检察署对于他们今年没有处理掉的这些赃证物的部分，都会来特别的来做要求，来做业务的检查。那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问题能够降低到最小，好，降低到最少。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啦。那我们会再继续再要求我们台高检，好，就这部分来加强。谢谢。所以这个所谓的政务监管链是不是应该把它建立起来，就是这整个一个 SOP 对不对？从前面的这个侦查上收集对不对？然后呢，从最初的这刑事警察局这边对不对？政务，然后呢该留存的你们检体该留存的留存，然后呢其他的政务这个实体的东西可能就是回到你们检察署嘛，然后呢在这整个一个，然后等到这个在诉讼的过程里面见证并送，然后你就应该把政务移到法院去嘛。那我们也知道说，也曾经有法院地方法院拒收你们的证物嘛，他说我们没有地方放啊，所以我们就拒收啊。我不晓得说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情况。那个委员讲的这个什么证物这个监管链，其实我们已经跟法务部哈、哦、已经有跟他接洽过了，就是每天由法务部、哦、线上提供检方起诉赃证物品中相关资料的电子档哈、哦，要给这个法院这边，那就司法院这边每天要汇入各个法院的赃证物品的系统中，所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就是他起诉的东西，你究竟有哪些赃证物品，那个整个资料都每天呢、哦，每天都会汇入各法院的赃证物品的系统中，以利各法院来引用相关的证据资料啊。好，所以其实是有现在这里其实会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它的实体的部分要不要这样移送来移送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把实体的东西放在一个所谓的赃证物的这个库，大型的这个保管这个库里面，但是呢我就在电脑资料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呢当我真的卷证并送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我送哪些证物，那这都很清楚，所以你们再到法院这边呢，你们从电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些证物，当我要调的时候，直接从这电脑里面就可以直接从赃物库里面直接把这些证据调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所有东西都非常清楚的严格，因为我们看到说连那个编号，你地检署的编号，高等法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每个编号都不一样，所以你根本就一个证物里面上面很多种的编号，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关于这些整个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管理，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建立起来？这个系统的建立就是在避免、哦、各个保管机关的那个保管字号不同、哦、而来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中间已经有接洽完成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每天汇进资料来、啊、好，谢谢，那刑事检察局抱歉没有时间，谢谢。谢谢，啊，各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蔡依瑜委员，
蔡玉委员之后，因为刚才林俊宪委员在宣告的时候不在场了，我们依照惯例给林俊宪委员五分钟。请秘书长，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蔡委员好，秘书长好。秘书长，那我还是接续我们之前我们几位委员的问题哈。那针对所谓一个刑事调查，在判决确定刑事审判，在判决确定后，那透过这样一个 DNA 的一个一个技术那我们去申请再审。那如果这个技术已经进步到了，它可以取代甚至排除先前刑事审判所采用的一个证据的话，那法院秘书长在先前说法院应该是被动因当事人进行主意，不应该是有职权回复到职权。但是就我们现在刑事诉讼的一个规定中，这个在法官他就被告对被告有利的一个证据，他还是有所谓的一个补充义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补充的一个义务下，那我们认为说由法院来那被告一旦申请，那由法院主动要求检察官来做这样一个 DNA 的一个重新鉴定。那秘书长这样的做法在实务上会确实很无法操作吗？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整个诉讼结构的你从检察官的客观性的义务来看他还有一个就是判决确定以后，他所有保管，检方是保管所有的赃证物然后也从外国的立法例来看，国外像美国的话呢，这个也是由各州检察机关来为了实践检察官客观性的义务来成立这样一个一个 类似一个小组来负针对确定案件妥适性来叫他决定是不是要准许做这个 DNA 鉴定的一个申请国外的立法例是这个样子的那同时法院并没有负责收集证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从这样在整个诉讼的制度的一个设计来看是由检察机关来依照职权来进行是比较妥适的对，但是被告来要求检察机关那重新做一个 DNA 的一个鉴定要求检察机关未必检察官同意未必检察官会同意。那如果法院愿意为了发现真实避免冤案那开启了这样一个门，对于说整个我们一个冤案的一个避免，我认为会有相当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在过去中我们知道说在江国庆案他有做这个 DNA 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检定，那鉴定的一个结果确实也是跟先前是有不一样的。那在2010年的陈龙奇案也是因为 DNA 重新鉴定而改成无罪所以我认为说基本上你不能期待所有的冤案的一个平反都要靠被告本身到处的申冤，被告本身到处的奔走。我们如果在制度上就把这一道门就把这个窗这一道窗把它打开，基本上对于所谓冤案平反他们的是比较良性而且比较人性的一个制度设计。所以我在这边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司法院可以再去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考说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推动如果他对于人民本身是善是好的，那为什么不要这样去做呢那当然秘书长刚所说的，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在检察官的都在检察官的掌握之中，所以法官他无法去判别。但是法官不用去判别DNA 的鉴定也不是法官去判别，他也无从去判决，他是一个专家鉴定，他只是在于说被告申请向法院申请再审，那
法院如果认定说这个案件，如果他的判决中有很大多数法官的新证来自于 DNA， 还是说他的证据的一个采信中，这个 DNA 鉴定就是本身很重要的一环。那既然被告申请说，哎，我认为现在的技术是有提升，那法官就主动告知检察官，这个案件我们进入再审，就是为了做 DNA 的重新鉴定。法院去这样做，对法院的整体的社会信赖度、整体的形象是上升，是加分的。那为什么不要呢？所以我在这边还是，我只是很客观的告诉秘书长，哦，我认为说这个法案的一个推动绝对是正面的。那他是为了要避免冤案，那因为每一件冤案的产生，对于法院的打击都非常的大。哦，我们前几次的很多次的质询，大家都引用到了中正大学的那一份的一个法院信任度的一个报告。这个84%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很难过。那如果这个东西对于法院的形象是提升，而且又避免了每一次的冤案再打击的话，我认为说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是不是请秘书长这部分再斟酌？嗯，好。那秘书长是不是先请回？好，那我们再请法务部，謝謝，请法务司长，林司长。嗯，那司长哈，是，跟司长讨论一个题外话了哈。我现在对于说台北士林地检在侦办浩鼎，也就是翁启惠的案件中，目前这个浩鼎案对翁启惠的强制处分就是限制出境。那以目前的一个侦查作为，我只能从媒体上去观察，那也传唤了翁启惠，哦，张念慈几次我不知道，翁启惠应该是两次，至少两次以上了嘛。那这两次中有几次是翁启惠主动到，那还是有传唤，基本上他都是有到，有随传随到的。所以我想要跟司长讨论的就是说，因为翁启惠接下来在六月有一个 ESCO 会议 ，ESCO 会议就是美国肿瘤协会，这个协会中有34万个哦，全世界最专哦，可以说是最专家的一个医生，跟所谓肿瘤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学者，那翁启惠到了这个会议中去把他的研究去做世界性的一个说明，这个可能之后会产生的就是说，台湾能不能诞生第二个诺贝尔奖？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检察官在侦办浩鼎案，那我们就贸然的决定，我们要给翁启惠限制出境，也没有拘保，什么都不用。当然羁押不用说，羁押去替代羁押就是三个要件嘛。第一个是限制出境，第二个是拘保，第三个是折付。那我们在这三个要件中，我们就选择了限制出境。那我们选择了限制出境，就是因为翁启惠有双重国籍，所以我们对他限制出境。看起来一切都很正确，但是我们却没有去思考到，这背后隐含着对台湾生技产业，对于翁启惠六月去参加 ESCO 会议，就完全的把他扼杀掉，甚至把他判了死刑。所以，司长，林司长，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件案件中可以再去思考替代羁押的手法，还有另外的方式，一定要限制出境吗？是，跟委员说明哈，我想翁院长的学术贡献的部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好，这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翁院长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他到底有没有涉案？那目前是士林地检署正在侦办当中。那这个个案的部分，部里面
就如同过去一再讲的，我们对于个案的部分，我们是不介入、不干预。个案是不介入，这个所以这个我都很相信我们法务部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呐、啊。是，所以那不介入个案，但是也陈如司长讲的，开宗明义所讲的重点就来了，就是翁启惠到底涉案的情形怎样，都还不知道嘛。所以有可能外界风风雨雨，把翁启惠已经现在讲的十恶不赦了，讲他说是一个贪财，哦，涉入内线交易，甚至有贪污。把他讲成这样，也有可能到了最后，哇，哦，雷声大雨点小，到后来什么都没了。啊，如果什么都没了，但是这个限制出境，它产生的立即危害就已经产生了，因为 ESCO 会议无法度去参加。我想在这个案子的处理上面，检察官应该是有斟酌他所有的一个卷证的情形啦，哈，来做出这样一个处理。那就如同刚刚跟委员说明的，法务部在这样的个案上面，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为什么检察官做。对，因为我没有是那检察官，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个案，是、哦，因为他就个案的本身，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跟你讲到他的案情是怎样啊。哦，我纯粹跟你讲说，因为我们法务部采取了一个强制处分。哦，一个强制处分的一个作为，哦，就是替代羁押的三种方式中，我们选择了限制出境。但是如果依刑事诉讼法第115条有规定责付，它的规定的内容就是羁押之被告得不定拒保而责付于得为其辅佐之人或该管区域内其他适当之人停止羁押，哦，所以责付也是替代羁押的一个方式，甚至是拒保。那如果有折付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思考，把翁启惠折付给该管区域内其他适当之人，来替代限制出境？那如果司长哈不会嫌我哈修饰开为我愿意担任这个折付的人，因为我跟他是同该管区域的哈之人，好，我立法委员那应该是可以。让他暂时解除限制出境，就是六月三号就要，这 ESCO 会议就要开始啊！我们有必要不爱服气吗？啊，我甲委员报告吼，这嘛不是我的权责啊，所以我是来，我嘛无法度伫这个所在甲委员说 yes 或是 no。当然，司长不能告诉我 yes no 嘛，哈。那我很清楚，但是我是透过这个机会，我在想说，我想要告知法务部，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刑事的一个作为。有可能会伤害台湾的生技产业。如果我们有替代羁押的方式，让这件事可以更紧加弯弯，它不会影响之后后续的侦办作为，又可以让翁启惠可以去完成他学术应该要走的这一条路。是台湾生技产业好不容易进步到了，哦，已经跨出了这么一大步，结果在最后一里路，因为司法完全把他开逃。这个我于心不忍，所以我是在这边，我是希望，如果法务部这样的方向是可行的，安尼我可来跟翁前院长来讲吼，啊，无伊去申请一下吼，给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来做这个折付的一个对象。这个跟委员报告，这应该还是要由个案承办的检察官来做决定啦。好，这个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对，因为强制处分中，这个法务部是可以整体的一个考量啦。哦，因为这个不是个案，因为我今天都不讨论个案。哦，这个个案的怎么演变，这个不在我今天质询的一个范围。哦，所以是再跟司长再说明一下。好，好，谢谢司长。好，谢谢两位，请回啊。好，我们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哦。那林委员质询之后，我本来是说要休息五分钟哦，但是我们把休息五分钟就给林委员质询，我们就不休息了。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对，还有我们林司长，检察司林司长。明委员好，秘书长好。想跟两位请教哈，其实我们未来新政府的小英总统，他也曾经多次啊提出司法改革。那么其中一个重点啊，小英总统说，台湾的司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马上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增加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在很多一般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很可惜啊，
司法本来应该是最后一道社会公平的防线，是应该最值得人民信赖的，却反而在历次的民意调查以及我们一般民众的反应，我们都感受到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那么就今天的这个题的法律修正案，那我们提出了赋予被定罪的被告他有权利提出啊那个DNA 的再次鉴定。那关于这个这样的修法，请问两位赞成吗？这个我们是赞成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就是让判决确定以后，有这样再做 DNA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哈。这个立法利益啊，我们是表示肯定的。肯定嘛，很有可能可以减少冤案，甚至于我们也了解到，如果发生一件冤案，对司法多年建立起来的诚信啊，打击有多大？那如果两位都认同这样的修法方向，其实这个案子以前也讨论过了，那为什么过去你们从来不提出来呢？为什么过去啊，我们司法院或者是法务部呢，从来针对这一点，你们不主动来提案呢？因为现在依照目前哦，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跟实务上面的做法哈，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是，那以往被告啊，要赌他的运气啊。我们发现今天讲了几个个案，像陈龙奇啊，他也是受惠于后来啊有新的鉴定技术的产生。啊！法院准他再次提起鉴定啊，才改判无罪的。那郑进哲也是啊，当时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只有一份自白书，他就被判死刑呢。被判死刑呢，准备剥夺他的生命呢。所以我觉得啊，过去你们没有提啊，我看起来也多半是因为高官僚的考虑了，因为赋予被告这项权利，那可能啊导致啊再审案件的增加，会不会？会吗？看起来会吗？会增加再审的案件吗？应该数量不会很多啦。数量不会很多，你们有估算过吗？如果照那个，因为毕竟哦，这个判决确定判决哈，牵涉到 DNA 鉴定的这个案件，从实务上面来看，并不是很多了。那会不会导致被告啊，以这个作为理由，比如说鉴定啊，来延缓刑罚的执行？会不会申请再审，并不那个不影响到执行？都不会，那你更不应该了。那这个我认为啦，像这样的法案啊，如果是由司法单位主动自己提出来，这个才是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一个信赖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改革嘛。我们过去大家对司法不信任，因为你们都是被改革，不推就不会动，反正保持现状啊，照样过日子。我觉得我们欠缺主动向前进步的这个精神，尤其在司法。像我们也请教我们法务部林司长啊，因为这个有关系到 DNA 的鉴识嘛，哈，我们现行对鉴识器材的完备性，或者是收证鉴定，有没有相关的 SOP 标准流程？抱歉，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就是在我们鉴识单位方面，应该是会有相关的 SOP。那今天在场的刑事局，还有调查局的调查局鉴识处，那以及我们法医研究所都有人员到场，他们应该会更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给委员来做参考。好，是，谢谢。我想我们要落实未来我们大家一起提升司法的信赖度。今天呢、啊，这个 DNA 的修法不会因为时间拉长，啊，就是你不会因为啊这样的修法而来延长啊，啊，比如说刚我们提到了哈，并不影响到再审案，你们估算也不会增加很多嘛。
这个如果是依照这个草案这样的设计的话，那对我们觉得反而新的规范呢、啊，可以减少误判的可能，更能来确定呢、啊，就是说已经判决的这个正确性了、啊。像美国其实也有一个类似我们台湾的这种频繁冤狱的这个协会啊，从1990年代以来，我调一些资料啊，他一共频繁了337件无辜的被告，每个国家都会啊，冤案都会有，不是我们特有，但是有这种状况。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去解决。美国大概统计起来，你看看哦，20年来就频繁了300多件，其中140件啊，因此抓到了真凶。那我们台湾呢？过去啦，被告因为没有这个权利啊，你只能乖乖的服刑，啊，你等赌运气了，看会不会有新的鉴定技术出来。或者会不会有检察官啊可怜你，认为你的案件啊有值得再鉴定的必要，否则啊就是冤案石沉大海了。哦，我们希望啊共同来推这个法案，我们共同来建立我们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好，谢谢。好，谢谢两位，谢谢主席。好，谢谢两位，请回。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好，委员如有提出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么我们现在来宣读临时提案。提案 A， 政务监管院机制旨在确保政务在侦查诉讼程序中获得完善保存，包括侦查阶段之证据搜集、处理、保管，以及在不同保管人之间的移转等。该政务之所有活动皆应监管记录，以确保证据呈现于法庭时，检辩双方得验证政务之可信性，以免政务因移转或保管程序中受篡改或污染、蔑视等问题而造成不当审判。如江国庆案关键之协掌文木条遗失，邱和顺案勒赎录音带遗失，徐自强案中被害人车辆及取赎对讲机遗失，东海之狼案嫌犯遗留的背包、眼镜及丝袜等全部遗失等问题，不仅造成冤狱，也使案件真凶无法受到应有制裁。我国虽于刑事鉴识手册中定有证物列册及记录之规范，然实务操作上仍欠落实。除上述知名案件外，过去各曾发生桃园地检署承办书记官盗卖监管制毒品并从中牟利之弊案，经监察院101年11月纠正在案。10108004415号调查报告中，则列举目前赃证物库管理上诸多疏失，如一、证物未随卷移送至院检保管权责不分；二、未按法规稽核查核频率、项目及标准一国多制；三、未按物品种类之不同分类管理保存；四、毒品库房进出管制鲜有缺失；五、未按法规销毁造成空间之浪费；六、赃证物之编码混乱且无电子系统整合追踪；六、科技日新月异，如 DNA 鉴定方法之鉴别力精准度持续提升，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参酌证据，与美国、日本均有冤案因而翻案或开启再审程序。检体及相关证物之保存于此状况下至为关键，证物监管链之建制亦行重要。为提高司法审判品质，维护被害人及被告权益，原请司法院会同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国防部草拟证物监管链机制，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顾立雄、周春敏、段宜康。提案 B，鉴于家事事件一年案件量已超过150000件，目前法院家事调查官数量仅31名，多数地方法院仅配置一名家事调查官，家事案件量与家事调查官之比率巨大，恐无法支应家事法官调查案件之需求，原请司法院进行量化及质性研究分析，评估家事调查官员额之目前需求及潜在需求，并提高106年各级法院家事调查官之预算员额，于一个月内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联署人顾立雄、周春敏、张宏禄、段宜康。提案 C，
我国司法实务上仅就诉讼案件定有保管年限，但监察院司调至10108004/5号调查报告指出，目前证物保存之诸多缺失，包括证物未随卷移送，至院检保管权责不分，与各单位之查核频率、项目及标准不一，造成赃证物保管法制混乱等问题。仅有案卷保管年限之规范并不足够，内政部刑事建事手册中虽定有证物列册及记录规范，然实务操作上仍欠落实。由于刑事案件确定后证物之保存并未定有相关规范，然科学鉴定技术日新月异，如 DNA 鉴定方法之鉴别力精准度持续提升，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参酌证据，证物及检体之保存极其重要，原要求法务部会同司法院、刑事局、调查局或相关等机关订定刑事案件判决确定后证物保存规范，并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报告。提案人顾立雄、周春敏、蔡玉云宣读完毕。好，我想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三个提案，我们一案一案来处理啊。提案 A，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司法院有没有意见？来，我们请秘书长。我主席、各位委员啊、哦，这个提案 A 哈、哦，建立这个政务的监管链这样一个机制哈、哦，他说是请司法院来会同哈、哦，这几个单位哈、哦，但是这个。因为司法院本身它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务部啊，调查局啊，或是刑事警察局，或是国防部的这些上级机关哈、哦，所以由他来会同整合啊，是、有一些哈、哦、存疑的地方哈、哦。那而且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哈、哦，因为卷证并送，然后处理。这个赃证物的保管问题，那如果将来我们朝起诉状一本，这样来的制度来设计的话呢，那实在讲是更没有这个保管这个可能。所以这里哈、哦，就是请司法院会同这样，是不是可以改为哦，由请这个行政院来会同司法院哦，一个月内提交怎样的哈、哦？那个朝你赃证物监管链，也就是说，主角主体哈、哦、是由行政院，也就是换言之就是法务部，这边来做哈、哦、那个主责单位。好，谢谢。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啊、哦，本来是到12点，我们延后到这个提案处理完哈、哦，再休息。来，这个各位同仁，这个关于司法院林秘书长意见是说。是不是由行政院啊会同司法院啊这个来，然后呢邀集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啊、刑事警察局、国防部来共同朝你了哈、啊、各位同仁的意见。如果是改成行政院，那当然就是法务部了哈、嗯。那这样的话，可能并同第三案，第三案那看看法务部的意见。来，法务部有意见吗？就是我刚刚有跟那个法医研究所还有调查局以及刑事局的代表有做过联系啊，他们在 SOP 的订定上面，他们跟我讲说基本上都是有的。那现在就是关于第一案的部分呢、啊，其实不只是涉及到检察署这边的证物保管的问题，那还有在审判期间那个法院方面的证物保管也有相同的这证物保管的问题。那我刚刚也但是根据我个人了解的话，司法院方面其实对于证物保管的部分也有相关的规定哈、啊。那是不是可以哈、啊？如果是要来提供这样的资料的话，不晓得可不可以就是法务部那还有司法院以及其他的包括刑事警察局、国防部还有调查局方面是各自提出这样一个报告出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那以上建议，谢谢。所以法务部的意见就是各自提报告了，是不是？各自提报告。
这个过员，我们一个案一个案处理吗？还是你两个案要并在一起？好，先处理第一案。第一案，就是司法院的意见是，原请行政院会同司法院邀集法务部调查局，是法务部调查局还是法务部跟调查局？法务部一个邀集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然后顿点国防部，共同草拟政务监管链机制，一个月吗？一个月时间够不够？两个月内提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两个月，不是各自提，不是各自提，你们要会同草拟这个政务监管链机制。好，最后就倒数第三项，原请行政院会同司法院邀集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国防部共同草拟政务监管链机制，两个月内提交司法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好，这样可以吗？好，好，我们就修正后通过。我们看提案 B。提案 B，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司法院有意见吗？没有了，他们还在谈。那我们先处理提案 C。提案 C 是顾委员的这个提案哦，各自是啊。会同他要也是要求会同订这个政务保存规范。这个提案 C 跟提案 A 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是说 A 的范围是比较大啦，那 C 的范围是比较缩限于所谓判决确定后的政务保存规范。那判决确定后的政务保存规范，因为现在政务也知道嘛，就是一个政务，但是流来流去，就刚跟政务监管令有关。但是判决确定后，现在到底是哪个单位要负责这件事情，好像一直讲不清楚。我们想可不可以这样处理哈？我们把倒数第三行原要求法，我们把这个字眼统一了哈。原要求行政院会同司法院邀集法务部，然后法务部，那你这边是要法务部调查局还是法务部跟调查局呢？邀集法务部，然后这个刑事警察局及相关机关共同订刑事案件判决确定后政务保存规范，并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报告，也就是你们这一次会去解决吧，好不好？好，好，我们 C 案就修正通 ，C 案修正通过。好，我们回到 B 案 ，B 案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们要不要说明一下你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主席、各位委员啊，针对这个提案，刚跟提案委员在情商的，就是提案的倒数第二行哈，于一个月内提交，贵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我们是建请修正为两个月内，因为这个提案除了我们少家厅要做一些量化跟质性的研究分析之外，其实也涉及本院人事处其他人员职称的裁改。所以尤委员这边有没有困难？有
有愿不愿意放宽到两个月？你的意思说预算原本是两个月？就是你的要求啊。他的这个游委员的这个提案的意思是说啊，你们要去评估需求跟潜在的需求，然后要提高106年各级法院家事调查官的预算原额，然后你要提高之后，在两个月内提交。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两个月之后送过来的那个原额是要提高过的原额。是是，就因为这样涉及到人员的裁改，哎，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好，我们就把倒数第二行"于一个月内"修正为"于两个月内"。好，所以他的那个评估报告，他必须要在那个超一个半月就必须要提出来嘛？你才有可能依照那个评估报告去提高你的原额啊。哦，这是我们内部，就是我们内部评估报告，我们跟人事处会密切的来联系，然后人事处再跟各法院之间去协调，相关人员的这个职称的裁改之后，我们一个完整的报告在两个月内那送交大院跟贵委员会，还有提案的委员。好，那我们 B 案修正通过。好，跟各位做报告哦。这个我们因为今天讨论的这个叫做去养刑事案件确定后去养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那我的建议是是不是请这个司法院啊再跟提案委员再沟通，那么如果觉得有必要来排公听会，我们下周排一场公听会，那么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哦。我们今天就先不做逐条，我们本案另定期继续讨论，散会，谢谢各位。